好啦，咁啊，今日咧，中國隊嘅教練咧，當然就係郎平啦。咁啊，呢一位咧就係中國隊嘅第一代啊，世界冠軍嘅功臣啊，嚇，咁啊，擔任咧呢個總教練嘅職位嘅。 今日咧，中國隊上場嘅陣容啦，包括一號賴亞文，二號嘅李炎，三號咧吳詠梅，七號何其，先球手，十號嘅黃子玲，十一號嘅孫悦，亦都可以講得咧係琴日咧，佢原班人馬嚟嘅。係啦，正選人馬。咁啊，呢個巴西方面嘅出場係如何啊？巴西方面咧都係啦，二號嘅莫沙啦嚇，五號嘅洛列茲啦，十號嘅蒂亞斯啦，十二嘅保斯加啦，同十三號啊仙加拉同埋穩道雲尼嘅十四號㗎。係啦。 咁而家咧，中國隊再南三南副，如果唔係佢左攻右，咁啊啱啱開波嘅啫。何其嘅發球，哎呀，呢個曲直球好靚，呢個曲直球曲做得好靚，即刻落嚟咧一曲就曲墜落去㗎。咁啊，今日球證咧就係端立澳洲嘅1-0。何其繼續發球，呢下又有準備啦。 好嘢，步位步啱，中間五廿兩個三個人埋嚟封啊，唔敢打啊，撥過去先咋，再嚟個啊，一扯，起翻連兩球波啦，孫悦都喺嗰個位步到啊，後排交晒莫沙，又起到，哇，中國隊咁啊銀喎，對方嘅攔網成功，冇得講，咦，中國隊好銀喎，嗱，仲有一樣嘢留意啦，呢個十二號啊。 保斯加咧，兩次嘅扣殺都係俾孫悦咧步嗰個位，係喺四號位同五號位中間嗰度地方咧起翻兩個波㗎，好可惜啦！對方啦，巴西一開個發球就出界啦。因為每個球手咧打波都有個慣性㗎，係啊係啊，即係個人咧個落點都唔同，動作都唔同，咁所以有冇興你講啦，啱就係話孫悦咧一定係郎平教練咧教過佢，嗱呢個人打你，佢多數打邊度，你步邊個位啊？ 所以好多時咧，我哋打波都係啊，要捉路啊，睇人哋對方係點樣打嘅，成日慣性嘅動作打個位置咧，我哋做好多啲喺嗰度防守噶啦。係啊，咁啊，中國隊領前2-0，快波送到，好嘢！唉，賴亞文啊，好嘢，唉，賴亞文啊，陰陰笑，唉，想過我喎，唉，你望望邊個先得㗎嚇？3-0，吳詠梅繼續發球，升翻起。 出界，出界，冇人掂到個手啊！呢啲波咧，孫悦啊最大動作噶啦，一有啲情況，猛搖手，唔關我事啊，唔關我事啊咁。4-0啊，哦，好快脆喎、啊！哎呀，爭啲過網，好嘢，一隻直線，啊，對方都回到位喎、啊，呢、這個直線都打得靚噶啦，黃子玲，再嚟黃子玲起翻網啦，對方封到啦。 呢個波咧俾兩個波，黃智霖應該俾不嗰邊，去翻四號位嗰邊好少少。啊，咁啊，巴西攞翻個發球權，0-4。5號咧就康尼，哎呀，第一傳，哎，仲有好在，哎，哎呀，頭先話咧舉高四隻手，即係話咧四次，但佢話咧佢嗰邊冇喐到啊。 1-4，仲有起翻中間，賴亞文嘅打冇啦，你咁樣打咧，人哋實封死你噶啦，嚇2-4，同埋頭先啊李炎咧起身慢喺四號位，所以被逼佢要升俾中間啊，係啊，2-4，呢個開波機可以叫喎康尼，使唔使力放得啊？係啦，你多人嚟封我咩？你三個人嚟咩？好，你前面密啊。 後面同埋中場空啊嘛，勢力放咯，4-2，你要個發球，所以打波啊成咧一定要用咧用腦筋聰明去打個波，有傳唔多，後排交叉，唔多唔多，唔多網啦，唔多網啦，哎呀慘啊慘啊，嗱賴亞文撞一撞係啦，自己人撞自己人，好在有個暫停，睇一睇點啦。 5-2，咁呢个时间咧，大会咧就技术性嘅暂停5-2。咁啊，希望咧就赖亚文啱撞嗰下咧就冇事啊！睇睇先，睇睇刘明讲咩先。你话咧，即系话。
有啲波咧唔好兩大就兩打一啊，唔好一個打一個。如果可以兩個打一個嘅時候，點解唔將個波升翻開翻許小姐咧，而俾佢咧自己仲辛苦，要強迫要自己做一個打一個咧？係嘛？可以做兩個打一個嘅時候，自己多機會啊。咁點解唔做一個打兩個打一個，一個打一個？嗱呢啲咧新嚟啦。大家即係而家現成行嘅例就話，以前咧就喺原咗自己入場啊，而家唔得，一定要球證吹一雞車，係啦，球證企喺場邊，球證一定要吹雞，然之後準你入去，唔吹雞唔準你入。同埋咧，要佢一定要用足呢一分鐘嘅技術性暫停，因為咧當時咧好多電視應該賣緊廣告嘅，咁所以就唔准佢早啲行入嚟嚇。係啊，嗯，好，你要我罰球5-2，好啦，咁啊5-2啊，咁啊領前咧就係3分。其實睇翻咧，就巴西嚟講咧，就佢呢個2號嘅大槌手莫沙，同埋10號呢個蒂亞斯咧打對角。咁啊，一開波嘅時候，呢個蒂亞斯咧攞唔到分，好快就落咗後排。咁啊，亦都係益咗中國隊嘅。保斯加正面嘅飄忽球，啊，好醉啊呢個波。嗱，保斯加咧身形就好高噶，咁啊，所以咧佢就代替咗咧就8號嘅拜魯斯嗰個左手將啊，喺奧運打得好好嗰個女仔嘅位置。3-5。亦都係追人離開，何其夾硬咧鬥起，個賴亞文好咗落手快喎，要轉頭揞落去喎。係啊，呢個波咧，賴亞文就醒目啦，即係好落手快咁樣打個波落去。王子玲嘅發球，正面嘅側身勾手，哇，好貼網過啊！一個背飛，飛嘅幅度好遠，下手鬥過嚟，孫悦捱車先，步到位啊！睇先，呢個康尼步到位，5號再嚟，靚啊！蒂亞斯飛身夠起，俾翻莫沙。哎呀，莫沙跳矮咗喎呢個波，唯有修正長波，太開網啦！呢個波太開網啊，雖然開網可以避咗對方嘅攔網，但係太開嘅時間咧，好難殺嘅。係啊，同埋呢個波咧係升得入咗少少嘅嚇，所以咧雖然咧就好難去追翻個波啦。大家可以留意一樣嘢，就我擔心呢樣嘢。其他球隊咧高咧防守唔好嘅，而家睇下巴西防守啱球波，頭先幾好啊！是啊，巴西嗱，10號嘅蒂亞斯飛身又夠得靚啦，5號嘅康尼步位又步得準啦，所以你真係啊，係好好難打嘅一隊球隊嚟噶。佢呢隊球隊好全面嘅。以前咧，我哋驚唔驚嗰啲就咩？我哋自己好防守好，人哋嘅防守冇，但係呢隊波防守好好。譬如好似古巴咪防守唔好咯，係啊係啊，係咪先？咪淨係得攻啫嘛。俄羅斯防守唔好咯，係咯。咪但係巴西咧嗰個第一道防守攔網又好，但係後面嘅第二道防線亦都係好啊。係啊。比數就6-3啊！莫沙後排進攻，嗱留意啊，4號位10號嘅蒂亞斯，哎呀上網計啊！嗱裁判就話捉手出界，嗱通常如果兩個人喺網上爭奪咧，個波去嗰一邊嘅，嗰一邊咧通常就會輸嘅，捉手出界嘅，3-6，上網麻麻地喎，中國隊連續幾球上網都唔係咁好，飛身救起就老將啊，舒華阿茲。巴西隊仲有喎，喺後排防守一個自由防守球員咧，就係17號啊，咁啊已經33歲嘅老將舒華雅茲啊，咁佢步位都唔錯嘅，6-3，孫悦個波唔係好飄嘅，失咗速，蒂亞斯有啲猶豫，嗱其實呢個10號嘅蒂亞斯咧，佢個殺波咧仲好過2號嘅莫沙喺今次大獎賽，佢係排第二㗎，因為佢。上去扣球的時間咧，條腰都比較咬得厚啊！咁啊捉攔網想捉我去個時間時候咧，就比較難啲啊！好啦，咁啊到而家中國嘅呢個前排位都幾強噶嗱，何其嘅發球係正面短距離嘅側身勾手嘅，仲有咧係快速嘅開波，上第一傳靚喎，大車先，孫悦傍到，可惜最後咧佢想話射到力啊，一收手嘅時候咧個波咧係浪咗出界。佢如果唔射呢度力咧，直接食落個波嗰度咧，就可能會大力撞翻個巴西長區。蒂亞斯，何其雙快遊動，太前啦，托得撈網，哎呀靚喎，呢個波撈得靚啊！上網莫沙，睇點樣先？舉過嚟4號位，哎，莫沙已經報曬位啊！我哋喺講莫沙咧，就係話佢上網嘅時間，佢即刻後退，準備去扣曬嗰個動作。莫沙呢個球員咧，好精嘅嚇，佢有時啲波咧，佢可以嚇。有攻，有遠放翻波落去其他地方，攞翻塊頭盤先，6-4。咁啊，如果以4號位嘅強攻嚟講咧，中國隊當然就好過南韓啦。咁但係對於巴西嚟講咧，
就要憑住自己本身嘅刁轉咧，先可以轉到線路嘅。保斯加二號位，身形比較肥啊。喂，而家咧巴西隊咧就利用咧差唔多講係中一二嘅戰術。哇，康尼好怒氣啊！佢話咩事呢個波？有人掂我難，點解第二裁判唔吹？望住第二裁判咧，日本嘅西川咧嚟到去嚇發脾氣。小心啊，有黃牌噶。聽下先就犀利，十號係咪先？真係，佢好似麻英撲套咁啊，撲入去打噶。前前後後都見佢起手，真係。所以佢係僅次於古巴嘅十五號快攻嘅托尼斯嘅啫，嗰個扣殺真係黃牌喎！哈，頭先已經話啦，如果你再咁嘅態度咧，十俾黃牌你啦。你講得太多嘅時候咧，球證咧一聽到咧，實會俾黃牌你噶。但係咧就唔知道佢俾個黃牌係俾邊一個球員？二號。二號。莫生，因為頭先我可能佢係叫莫生埋去話俾佢聽俾邊個，佢又係叫埋嚟，咁應該俾莫生啦。應該莫生，即係啲球證而家通常咧就係俾黃牌一個咧，我通常都叫佢埋嚟，埋嚟話俾佢聽，等佢知道啊，成日咁樣。比數咧就係7-4，籃網唔錯，好嘢啊！巴西啲動作都幾犀利喎。啊，籃網嘅動作鬧得好啊！嗱，呢下球波又好啊，揞翻上嚟係上網位置嚟噶，大錘。哎呀！亦都鬧網鬧到唔溝出嚟，冇事啊！孫悦隻手過中線，但係冇掂對方球員，所以可以繼續。保斯加出界啦！要讚讚邊個？孫悦呢個波又打得好好啊！孫悦平時咧就比較馬虎嘅舊哥，但係頭先真係好小心啊！鬧嗰個網係咪？佢鬧完失咗重心，仲要睇下對方有冇球員喺度先至撳過中線。咁啊，而家比數咧就係8-4啦喎。巴西就叫了一個暫停，咁應該是巴西叫的啦。咁啊，亦都睇下郎平咧，就喺度作出呢個指導，聽聽佢講乜先啊，收唔收到？十號攔十號的球要慢一點點，不要慢那麼快，是即是他攔，第一他自己說自己打個球要向球場向高跳，第二攔網的時候就一定攔，尤其是攔十號的時候千萬不要那麼快跳，慢一點跳，跳快跳怕下來的時候球過手頂，是因為對方十號的替雅斯他騰空力夠啊，莫沙轉直線是好球來的，我看到施善賢之紅旗一指，即係表示呢個波係長區之內嘅。嗱咁啊，莫沙咧就後邊攬咗條白色嘅手巾仔啊。咁其實咧佢係愛嚟抹自己啲手汗啊。因為而家唔需要自己抹地板噶啦，有人會出嚟抹噶啦，即刻。同呢個前兩年又唔同咗噶啦。嗰個壓住條毛巾喺個褲嗰條褲頭帶腳嗰度。係啊，因為前兩年就要自己抹噶嘛。係。比數咧就8-4，中國咧第一局領前4分，爭奪澳門站嘅冠軍。賴亞文攔到，李炎浪翻個波，仲可以升個快波。賴亞文虛擊點樣睇到路啊？哇！後排進攻撲入嚟，馬英撲到，替亞斯，黃子玲。哇！黃子玲係睇到呢個位打，康尼以為出界唔攞啊，五號嘅康尼。望住呢位咧，打條直線落去啊！呢個呢一局波到目前為止，中國隊打得好好，好平均，防守真係好靚，同埋好放啊！係啊。好好，即係有時雖然話我哋係中國隊嘅擁趸嚟，但係咧的確佢喺呢局咧係打得好放，係嘛？即係佢係好，我哋要話佢好；佢唔好，我哋要話佢好；唔好啊，我哋話佢唔好。我夾硬話佢好就唔得咁。但當然贏有一回事，打得好又一回事，係嘛？咁而家咧就係現場嘅第二次嘅技術性暫停啦。都是追住對方個十號嚟到講喎嚇，佢話叫自己防守防啊籃網球員咧係移動一腳過去，唔好唔移動一眼望埋佢，唔好淨係望住一個人，望其他望埋一齊，同埋個身咧要對盡量正面咧係對住佢嚟到移動，即係話咧平衡嗰張網嚟到移動，就唔好話打側個身嚟到走，咁變咗隨時都可以起跳。係啊，所以阿朗平咧，佢呢個球員咧啊，佢可以。本身球員嘅時候咧，佢做翻場上嘅嘢咧，佢好足㗎嚇，講翻出嚟。佢我唔知啦，講巴西話唔係英文喎。我都唔知道。我都頭先好小心聽啊，李新達講乜嘢？咁佢實唔會講英文嘅，係嘛？即係良心佢講英文咧，我都係聽到五成嘅啫。
但係佢講埋巴西話咧，咁一成都冇啦，咁就係嘛？佢哋啲球員冇理由講英文嘅嚇。咁而家比數咧就係十比四啦喎，十比四嘅啦。哦，好，咁而家咧就巴西有個球員咧，十三號仙加拉咧，咪同球證講一講哦，又一個黃牌，咩事咧嗱？因為呢樣我哋唔喺現場，我哋真係唔知道，而且個鏡頭啊，佢唔係咁樣影法，係咪啊？咁端立點比咧？咁好啦，王子玲嘅發球十比四，有傳球。啊！呢個直線真係莫沙咧，如果俾佢打出水準啲上嚟咧，都好難頂佢啊！係啊，同埋佢咧，其實係有本錢咧。打超手攻擊嘅，即係高過中國隊籃網球員嘅手頂去打，根本係冇辦法攔佢嘅。係哇，係巴西咧喺呢一局波裏邊咧四個發球失誤啦，太多咯，係啦，咁亦可以講咧係真係唔留意一樣嘢。羅德全係唔係好曳㗎，係嘛？係封到好嘢，係。中國隊機會，哎呀，下手出嘢，好封得靚啊！頭先朗平教導咧，叫佢慢啲跳啦嚇，而家就湊後咗啦嚇。呢個咧仲有一樣咧，就係何其封到喎，因為何其唔係高噶嘛，係嘛？佢係屬於矮噶，佢比起四號嘅托球手朱允榮咧，仲要矮好多。係啦，即係時間配合就好緊要。好，又一球。哦，吳明梅單人封網成功，嗱聞到底石淡，大家望一望，咁樣嘅時候，我相信呢一局波咧，巴西都嚇危地馬拉啦，係啦，危過添啊，係冇曬信心啦，避守啊，打波底避守啦，十三比四，好冇人。係咪？因為咩啊？紀錄牌響咗啦！啊，巴西換人啊！係啦，好咁啊，七號咁啊，七號咧就杜華奧，因為杜華奧呢個係新人嚟嘅，咁啊，一個六號嘅列路斯列加斯路啊，同埋呢個七號嘅杜華奧咧都係新人嚟嘅。佢今年22歲，佢身高咧高尺87，咁都唔算矮嘅喎。難網俾佢打添啊！係咁啊嘛！佢以為升個波咧俾阿孫悦打嘅，點不知升個後排俾你打，冇人跳嘅哇！咁好笑，十三比四，好似唔矮啊！啊，巴西嚟講。不過打到而家咧，即係講咧，中國隊咧就第一道防線，即係籃網嗰度係頭先做得好，但其實第二道防線咧未睇得到嘅嚇。哦，好似肆無鬥志咁啊！連莫沙都咁輕易將個波打落個網度喎，嚇！何其發球，好有威脅㗎，係嘛？好有威脅㗎，破壞第一傳啦！哇，犀利！而家仲有一樣嘢咧，巴西咧佢唔係一個人打，四個都打得。係啊，嗱，譬如12嘅保斯加咧，佢雖然身形好似盾啊，係啊，呢個位好勁啊，高啊嘛，人好高啊。佢今日打個波啊，仲好過莫沙。嗯。好，起翻。啊，點望？係呢個七號新人啊，杜華奧第一球出嚟打波咧嚇。第一球就成功了，現在就是5比13，哎呀，可惜啊，這個球這一局球裡面巴西發球第五次失誤，輸這些輸死了，他想說開一些很厲害的球，還有追位開，他也不是啊，現在看他的球也不是那麼好啊，是不是啊，速手出界莫沙扣殺，嗱呢個時間咧，中國隊又難應付啦。前面三個高人喺度，嚇三個高人喺度要好小心應付。但有一樣嘢唔驚嘅，就係咧本錢多，分數佢離得遠。係啦，本錢多，
但呢個康尼開波咧，好中意開前排咧，就係呢個死位嘅。因為開呢個位嘅時候咧，個 setter 睇個波咧係好難去做一個戰術嘅。我近呢兩三年都睇過中國隊嘅表嘅演出唔少啊！呢個波打得好超水準，係嚇你話冇乜感覺緊啊？佢即係嗰個第一道攔網嘅移動快啊！係咁啊，同埋咧嗰啲打落嗰個信心好足夠。乜同埋一樣嘢硬啊，對波硬啊！咁你話莫沙嘅起手啊，其他嘅球員嘅起手啊，都俾佢起得到嘅。啊！呢波硬啊！我唔係冇容易打死啊！又難保喎，難保哇！好嘢，賴亞文，呢啲係經驗嚟嘅，全靠經驗嘅咋。死鑊！佢殺落去就實殺唔到嘅，因為一殺要拉臂，對方就擒你個波嘅。佢係咁樣攔網咁樣擲落去就反而好。13-6，好嘢！呢個波靚啦，係嘛？呢個波亦都好靚啦，好似星咁樣突然間。個波到手，然之後先撥個波埋去。而家個撥咧，個眼尾係睇唔到網嘅喎。係啊，係啊，有網嘅喎。係啊。好嘅，孫悦。孫悦嗰樣咧，孫悦就係個扣球嚟講，佢運起之後進步咗好多。嗯。喺奧運會打嘅時候已經有進步嘅，佢打嘅線路多咗啊。同埋力度咧加長，加強咗。加強咗係，即係佢嗰個動作咧，唔係話好大，但係睇佢嘅爆炸力咧，譬如腰腹力啊，或者挺腹嗰啲力量咧，係強咗。係啊，係啊，係啊，係啊。6-13，靚啦！呢個波靚啦嚇！嗱，呢啲波都起到就好難㗎啦，再嚟細實力放。哎，好嘢，好嘢，未死啊，未死啊，未死啊，仲有啊！啊，犀利啦，呢個新人好嘢喎，杜華奧嚇，呢個新人杜華奧真係放得佢出嚟有翻咁上下喎。雖然話一路都未入國家隊啊，或者係喺國家隊都係第13、第14名，我哋好多時冇見佢名啊，喺奧運會亦都冇啊，係嘛？唔係呢個7號杜華奧咧，個身材都好高噶，去到1.89米噶。係啊，係啊，係啊。佢就我聽到佢話，就巴西隊而家咧多數用中間快攻咧，就點後邊嗰個二號位進攻。佢話叫大家判斷準確啲，判斷準確同埋唔好急，唔好急。啊，跳嘅時候、封網嘅時候咧，唔好太急。好，繼續咧，巴西隊嘅快球，收正球，升翻莫沙，好嘢！呢波好啊，步位步得真係，嘿，跟住打埋添，吳明門。在这次打波比赛里面有两个球员我很欣赏，就是吴明梅和这个王子凌，是很进步的一个球员，状态都很好的球员。孙悦发球，虽然是扑不到位的风，但是没办法，高就是打到个手。因為剛才出嚟的杜華奧咧，七號咧，身高都接近1.90米噶，好高噶，好嘢 ，OK， 又係差不多上風的時候，跟住就撥過去啦。佢係最後嗰剎那先決定究竟是美女梳頭陰過去定係升波。見佢身位咧，佢唔會係面對個網噶，佢係打側喺個網度準備升波先嘅。如果早決定咗咧，人哋知道噶啦。係啊，呢個波唔夠位。咁啊，好輪盡咁將個波就懟過去，機會喺中國隊，對方亦都好硬，起翻後殺步到位嚟啦，中國隊機會啦，點做法快嘅，去攻後托艾翠，李炎喺兩個人嘅手拿，咁呢個鏡頭我哋望得好清楚啊，拍埋嘅時候拍得唔夠啊，喺個兩個人中間個手拿個波穿過去，同埋咧，阿黃之玲咧就以前嘅呢個射波咧飛得好靚喎。
係啦，十四比七應該冇問題啦。呢局嚟講，哦，機會啦，睇下點樣埋單嘅啫。即係中國隊唔係話咁個攻擊力唔係太曳啊，你有機會去到就可以得啦。十五比七，中國隊咧就先拔頭籌去咗咧，係贏咗第一局先。好啦，就係陣中嘅主將啊，賴亞文今年咧26歲，1.87米高，76公斤重，咁啊喺呢一個扣球同埋呢個籃網嘅摸高點咧，就係達到3.18米同埋1.95米，犀利噶，上陣係超過300場嘅勝利。1995年曾經係為中國贏過亞洲賽冠軍，同埋咧係世界盃嘅銅牌。係啦，去到都反而去到美國檀香山先掂。係啦，咁啊講完檀香山嗰邊嘅情況之後咧，咁亦都係睇翻呢個現場啊。咁啊局數嚟講咧，中國係領先1-0嘅，係以15-7嘅分數咧先贏第一局。嗱，睇睇兩邊嘅陣容有冇改變先。咁啊睇翻啦，咁啊巴西呢邊咧有呢個5號嘅康尼，10號嘅蒂亞斯出翻嚟。頭先咧尾段就換咗佢出去休息嘅，咁啊12號嘅保斯加，14號嘅托球手揾到雲尼喺陣中，咁中國咧就應該冇換人啦。嗱，5號嘅吳明梅啦，打快攻嘅啦，10號嘅黃子玲都喺度，何其就托波，咁孫悦咧11號，咁應該喺度嘅，頭先立唔到佢，肯定唔會換人，任何一個教練都係贏開順開換人，自亂陣腳，同埋輸咗俾人鬧啊，係啊，唔會換嘅。好啦，咁啊睇睇呢邊先。中國隊今日嚟講咧，嗰個第二道防線後排咧就相當難。咪啱啱殺波成功咧，就係10號嘅黃子玲啦，喺2號位。黃子玲呢個球員咧，其實佢個力量咧好大嘅嚇，比起阿崔明梅咧個力量咧大好多嘅。咁始終咧佢就年紀咧比較後生嘅，咁只係23歲。咁相反咧就崔明梅咧就都已經係26嘅啦。好啦，蒂亞斯，哎呀，嗱，講開失誤嚟講咧，頭先嗰局咧，點解中國隊係贏咁多咧？咁原來咧，因為咧喺失誤嘅次數方面咧，第一局啊，巴西有14次嘅失誤，咁中國隊只係失過2次啫，咁淨係呢方面咧就已經顯示出嗰個分別啦。咁另外喺殺波方面，中國隊第一局咧又係領先噶，17次直接成功，百分率係超過50%嘅。睇翻個比賽啦，5號嘅康尼打呢個輔助攻擊同埋中間嘅位置嘅右失啊！佢想開到好邊啊呢下波，咁亦都可以反映到一樣嘢咧，有兩種睇法。第一咧，咁嘅情況之下，巴西咧寧願開啲穩陣波，但另一樣就是，與其係咁，不如開啲搏啲嘅波啦。哎呀，呢下好大雨喎，叉燒食唔到啊！賴亞文大車線嗱，又報到啊李艷，中國隊嘅後排今日咧步位步得唔錯嘅，孫悦哇！你見到咧，巴西將一個球員擺到好後長區之外，亦都反映出一樣嘢咧，就係巴西隊對於自己嘅攔網咧唔係咁有信心。同埋一樣嘢咧，個球員亦都係你企到咁後嚟講，即係佢諗住會捉手，咁有咩用啫？驚係捉手出界咯。係咯。如果佢係對自己球員信心夠嘅，就唔會企到咁後嘅。其實咧，防守嘅球員咧，應該企喺咧個底線嘅1米度嘅位置都差唔多嘅啦。即係長區以內嘅應該係，長區以內，好少個波彈到咁厚嘅。中國隊第一次發球失誤喎。比數咧就係3-0啊嘛，0-3，而家就係巴西落後3分，咪開局中國唔錯，快攻自我掩護錯位攻擊，哎呀過翻嚟呢邊，四隻手集喺度，咪見到揾到雲尼啦，嘿殺波都係唔掂啊，不如托波啦。好啦，咪又係前排浪一浪起個波，孫悦，孫悦今日嘅扣殺咧好穩陣啊，線路變化好多。蒂亞斯在2號位，冇4號位咁強噶啦。後排進攻，王子玲玉手出界，不用王子玲打後排進攻啊！舊年唔見咯喎，秘密武器。今年嚟講先至見王子玲咧後排進攻，同埋咧佢喺頭兩站未用過嘅。係側面嘅勾手橫飛球，單手托起，好嘢！呢個波咧托波托得靚，巴西隊。十四個運到運嚟，咪講翻巴西咧，今次嚟講咧就冇咗奧運嘅主將4號嘅亞偉利斯啊，一個拜神式開波嗰個咧，仲有個恩霞咧，恩霞又冇嚟咯，係啦，好嘢啊飛球啊，嗱呢下又唔係背飛喎，係飛球，個人跳起之後喺空中咧可以移動一個身位去殺個波，呢個戰術時候咧睇翻咧，孫悦咧喺大槌位咧
扯佢去二號位咧，做個飛扣嘅，亦都係一個新嘅戰術。係啊，因為佢走嘅幅度好大啊，由四號追過嗰邊打，去擊，單手救起。李艷佢落手好慢嘅，李艷揾到雲尼後托後排進攻，點啦？再俾佢，先加拉修正個波，替亞斯，替亞斯今日打極都打唔死中國啊！哇，好睇啊呢場比賽！今日中國隊籃網好嘢，好少近來見到中國隊籃網攔得咁好嘅，好有信心，好有信心。嗰個時間咧，掌握得比較好啦。零比三，巴西落後三分。一個很簡單的背飛掩前面四號位，又難到啊！好嘢！同埋呢球波就唔係話中間五號嘅吳詠梅難到噶，係李艷拍過嘅時候咧，伸手擲到佢噶，即係反映出一個嘢咧，就係個球員好勤力啊！咁啊，難怪正如阿錦池你都提過啦，中國隊呢場波一定要靠嗰個勤力去補救啊！移動多啲。其實巴西的移動都很勤力的，幾好的，不是咁曳的，他不像俄羅斯話凍喺度打㗎，佢啲周圍走㗎。個動能力都好強的球員。孫悦，啊孫悦個上網靚啊，佢壓臂的動作做得好啊，將個力度係射曬的，中國隊今天打得太好了，真係目前嚟講，真係可以講四個字：無懈可擊。有拦网，有上，有第一传，有快波，有大取，有晒够波咧，系咯，有晒。球员咧，咁落手打波嘅，睇到咧，佢唔会话畏手畏脚嘅吓，见到波就打。我睇到而家咁打咧，我就谂翻起即系八四年嘅争冠军奥运会嗰场啊，喺洛杉矶，张容芳吓，郎平吓，哇，即系几靓啊！杨晓君啊，嗰班郑美珠、阿里梁艳。唉，好嘢！好啦，睇翻呢個比賽先啦。咁啊，第一裁判咧就係呢個澳洲嘅端拿。咁啊，佢做得好好喎，控制場面嘅功夫都好好喎。目前嚟講都仲未有大嘅出錯問題啊，係啦。零比四，巴西落後四分。呢個波好飄，但係上網咧射曬到力。哇！嗱，呢個就係李艷嘅特色，佢係騰空力好強噶。變咗對面跌落嚟嘅時候縮手，佢先出手打嘅。對面防守球員咧，仲哎呀個波可以打得過嚟嘅。比分係四比零，第二局啊，去得好速嚇，揾到雲尼保斯加。咁啊，保斯加嘅身高咧就係巴西隊裏邊咧，可以講係屬於第二高嘅人物。咁啊，所以點解唔用呢個八號嘅拜魯斯用佢咧，都有個原因嘅。零比四。他最高喎，最高添啊！一公尺九廿二啊，高過莫沙。哦，一睇落去佢好似矮。192添。嚇！哇，咪仲高過俄羅斯嘅兩支炮。係啊係啊。哇！190啫嘛。後托莫沙，而家呢個位咧，巴西好強噶。二號位、四號位都係最高噶。莫沙就喺四號位，保斯加咧就喺二號位，中間仲有一個快攻咧。中國隊硬啊！硬啊！點都打唔死啊！死兩次手噶啦。俾到呢個保斯加又難到，哎呀出界！見到十號嘅蒂亞斯瞓落嘅時候咧，出界就唔夠，落地之後仲要俾個手勢俾第二裁判係出界啊！你唔好吹錯啊咁啊！一比四，何其快攻掩一個背飛吳詠梅。不過咁講喎，巴西嗰個後排防守咧冇中國咁硬喎，今日係啊，佢防守嘅時候咧，因為佢個攔網咧唔係做得太好嘅時候，咁後邊咧。防守實在太多位置要兼顧了，所以就很難起到波。好啦，咁轉發球，咁而家莫沙咧就過咗嚟呢邊，揾到雲尼喺前排。嗱，佢望一望咧教練利申達嗰邊，咁啊咬一咬頭，可能俾咗啲指示俾佢嚇。指示攔網啊，或者係攻擊嘅方面。孫悦，哇！孫悦到而家咧成功率好高啊，成日對方兩個人嚟襲佢啊，佢都打得過。孫悦同李艷都一樣，冇得失嗰個就。嗱呢個就係中國隊一個新戰術，後邊嘅施式快攻就掩呢個孫悦咧係追打三點五，四號位就唔係打大除喎，突然一飆埋嚟打個三點五。咁啊，巴西嗰個中間已經係攔咗後邊嘅啦嘛，咪變咗空曬咯。呃咗啦，呃咗。啊，好球！兩邊的戰術都好看喎，係啊，真係。嗰啲局波呢場波好好睇，係真係精彩。因為無論邊面贏邊面輸都好啊，大家都可以講咧，施出渾身解數。姚嘅莫沙，
球球識開波，嗱呢下加咗力啦，嗱睇佢係加力落去噶，可惜出咗界。咦，中國隊換入自由防守球員王怡嚟噶，王怡呢場波咧編翻做自由防守球員啦。第一次喎、啊，兩日以嚟，三日以嚟第一次見有呢樣嘢啫嘛。咁啊，一陣如果中國隊快攻有邊個去換咧？不過唔好諗佢啦，唉，冇問題出現噶應該。因為偏偏一個自由防守球員就很大學問嘅，因為你譬如用了王怡去做自由防守球員快攻就少了個後補啦。佢冇，因為佢唔可以換翻佢出嚟，唔可以打前排噶嘛。前排進攻噶，上網曳啊，叉燒食唔到蒂亞斯，反應慢了單搶勾翻過嚟。嗱呢下動作就有啲係慢得驚心啦，係咪咧？即係唔注意。個波墮波，哎呀到門口啦，咁唔知先知道，咁咪唔掂咯。應該轉埋個身過去打下手。哇，好飄好嘴啊！好啦，五啦，咁啊中國隊咧先領先到五分呢個分數。哦，其實開波咧真係好大威脅㗎嚇，佢開咗呢個波咧，接觸個波個面咧好大㗎，一點打過去嘅時候咧，個波就好速佢落去啦。比數就係五比一，咁啊技術性暫停出現，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睇第二局嘅比賽。好，歡迎各位去到澳門睇呢一場嘅冠軍決賽，中國對巴西嚇，講個好消息俾大家聽下。第二局嘅賽事，中國隊八比一遙遙領前啊，逼住巴西隊咧又叫一個暫停，即係話唯一一個暫停都出埋啦。今日嚟講，好無可否認，即係我情願跌眼鏡嘅。中國隊打得真係好，係嘛？冇得講，即係佢而家咧好完美啊！成隊球隊，凡凡有。佢哋要靠一個拼勁啊，去做一啲突破自己嘅嘢出嚟。係啊，而且個凡凡都有啊，係嘛？防守有，攔網有，進攻有，戰術有，救波有。救波有乜仲想點啫？好，喂，好少失誤喎。係咯，八比一。你有冇發覺？哎呀！哎呀！哎呀！啱埋你唔失誤嘅，整個失誤都嘆啦！哎呀！呢一局波咧，中國隊第二次發球失誤，但係冇問題。巴西咧三次啦，呢次兩次啫，中國隊。好，巴西嘅發球，五號康尼第一傳唔錯，對方封到後邊冇人啊，個谷曬上前面啊！李炎雖然上嚟啦，保位波咧，吳明梅應該喺後邊咧做個保位嘅，但係佢谷咗上嚟。咪得翻李炎一個喺度咯，二比八。哎呀，第一傳又唔係咁好，遠咩事幹？出界，呢個波出界，斜得就係八比二，中國隊攞翻個發球權。王子玲嘅發球，莫沙睇咪出界先，唔係啦，拍手證明啱，好球啦。因為呢啲鏡頭咧，佢攞個鏡頭攞得真係好妙，好絕。咁我哋睇唔到呢個波係 out 因為 in。哎，好球！呢個波好球啊，曲嘴得好緊要啊，三比八。我企都以為佢出界，係唔攞啊！佢曲嘴落嚟啊，冇得講啊，係嘛？好時間，靚波，救翻都冇乜用啊！機會都仲喺中國隊噶，唉。睇下點做法，快波好嘢，係賴亞文呢只咁嘅快波咧，由托球手前邊走去打個背飛咧，對於托球手嚟講啊，容易啲掌握啲嚇。係啊，同埋隨手咧，佢好多點咧可以打到呢個波㗎，咁啊比較啊容易去打添啊。哦，犀利啊，特驚咁特喎，呢個十三號嘅仙加拉隊長嚟㗎呢個嚇。咁呢個波靚啊，單手托啊，揾到人哋個波托得靚啊，單手托起俾佢打嘅。莫沙嘅發球，破壞咗少少第一傳，修正球蓋穿越冇問題，叫打並不手軟啊。封到，唉，籃網今日籃網好好，再嚟個，再嚟個，哎呀，好可惜，係攔到個波咧係出界。有時攔網咧，講真咧，兩邊都講下運氣啊。係係啊。有時啲乜波撞兩隻手，究竟好球定出界咧？大家真係半半嘅啫。咁第一咧，有一半一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你攔網嘅後面咧個手嘅問題。嗯。如果你罩咗出邊咧，好好先至唔會出界呢個。
中國隊攞翻發球權，孫悦。咁王怡仍然喺度咧，著件綠色衫，有個 L 字嘅，八比四。哦，破壞第一傳，哎呀，小心，小心啊！嗱，呢個波輸得大嘢冤枉啊，今次。同埋王喎，呢個波咧，佢唔留意咧，個 setter 咧撥個波過嚟，所以咧大家都企咗喺度。仲有咧，王怡頭先咧，因為佢本來可以用雙手救嘅，男仔就得，但係佢要左手撳住撐地下，變咗單手去救。就差咗咯，爭啲咁多就男女嘅分別就喺呢度。好，十三號就係隊長仙格拉，有權作喺嗰度，該你嚟你啦，李元扣殺封到，咁到嚟留得靚。哎呀，嗰波唔知歐定煙啊，攞咗先啱噶，後球扣殺，好嘢好嘢好嘢，哎，王怡單手飛翻去，李炎。再嚟個仲有機會，哎呀唔去啦，有少少亂啦，機會仲有，仲有，仲有機會啊！後邊嘅，後邊嘅吳永梅，啊，睇住係黃子玲吳永梅先睇先，望就似係吳永梅嘅動作，因為通常係吊臂咧壓個波落去嘅，黃子玲就唔係，成個扯，成個人扯落去嘅，八比四。出界，呢個波出界喎，九比四，我哋繼續發球，報到位好嘢，孫悦，加布呢個位報好多球啦，孫悦，大波，咁啊王宇去到盡都去唔到啊。巴西也好啊，呢下係自我掩護嚟㗎。第一下跳假嘅，等你中國跳起之後，佢第二下先係二點五去殺。但係中國隊佢勤力喎，第二下仲跳喎，掂到啲啲嘅手啫喎。啊，個波唔夠高，仲有機會，未死。哎呀，一下過嚟，雙方都有少少亂啊，唔夠長啊。咁啊，李炎咧就撥個波過去啫，對方又咬腰，唔係咁好。哦，呢啲波唔通常。俾人哋實襲死你！其實呢啲波咧應該就修正上去長波嘅，打呢個中間二點五咧冇乜功效嘅咋。多數人哋睇死你㗎啦，唔會移動啊嘛，喺兩個人罩你啊嘛。捉手出界，九比五，吳永梅嘅發球。仲有一樣咧，大家咁又留意一樣就係揾到雲尼咧，巴西嘅星球手咧，好多時佢唔用兩個手升波，一個手托起個波，順便嘅細托起個波。後球式嘅發球靚快嘅，有冇捉手睇下先？冇，冇捉手。咁冇捉手嚟講咧，就係六比九啦喎，應該。哇！好勁啊！呢個球。係啊！係啊！係啊！犀利過莫山添喎！哎，封到未死，再嚟個，哎呀，收正球托起，起翻過呢邊，李炎，唉，打完之後咧碰翻李炎嘅身出過去。同埋頭先因為黃子玲升波啊，所以佢唔敢俾個波俾賴亞文。其實賴亞文空咗噶，對面已經係喐快咗噶啦。呢下最慘啦，七比九啦，哎，好在電網。巴西的第四次發球失誤，這個局波裡面李炎的發球九比七，這發過來，這發過來他入得好啊，這些是用所謂什麼收腹力去打的，這個就又好像孫悦那樣，莫沙又這樣打法，又係撲翻上前面打翻三點五咁個方式咯，唔係打長波咯，係嘛？揾到人哋後拖，捉到手出界，啊，又唔係咁容易打咯喎嗱！你睇嗱，最初咧八比一，一路領前落嚟，中國隊只攞咗一分，而咧巴西已經攞六分啦，共排個位添，叉燒啦啩，仲叉燒？
係咯，攞翻個發球權先。哇！巴西都好硬淨啊，而家個後排啊，頭先叉燒佢一樣係浪起你啊，不過係捉手出界啫嘛。啊，慢慢打翻四分啊！係啊，巴西而家咧。轉翻打到好多快攻啊！平拉快攻啊！呢個波咧，因為覺得咧佢嘅長波冇辦法啦，你封網封死，逼得咧要快翻波嚟打啦。孫悦扣殺對方起翻，哇！咁輪盡都起到個波啊，好嘢喎！孫悦攔到，慢慢嚟收正球，睇過去先，係爭啊爭啊出聲啊，係啊！誤會啊！後面冇出聲。誒，起翻，仲有賴亞文，冇乜力，快波靚啊！嗱，呢一段時間咧，中國隊有少亂，後防嚟講唔係話咁好似開局嘅時候打得咁穩陣，有少少亂。咁而家俾呢個巴西隊有機可乘嘅。同埋我覺得中國隊咧何其七號咧，呢段時間托波唔夠放，唔敢俾賴亞文啊。幾球波都全部拱去長平挨俾四號位嗰度。其實呢啲波咧到到位嘅時候咧，不妨就做多啲戰術啦。係咯，試一試啊嘛。九比九之後咧，巴西又發球失誤啦，第五呢局波裏面第五次發球失誤啦。恭喜，機會快嘅。哎呀，好人喎都，仲有機會中國隊，再嚟個組織戰術。追埋打三點五，莫沙又用咗，佢又用咗啦。好啦，中國隊十比九。啊，呢個戰術咧，好多時咧，對面球員咧就分分鐘食餅噶嚇。追埋嚟打嘅時候咧，避唔切。近啊嘛，撲埋嚟犀利啊嘛。咁呢個時間咧，賽會咧又有一個咧就技術性嘅暫停。咁人呢個巴西都唔錯喎，由八比一一路追到而家咧就十比九喎，即係落一分喎，本來落七分喎，已經追到六分嘅啦喎。睇睇先。溝通啊！佢話佢咧就第一太保守啦，開波太保守，穩陣咧就係冇變化，對方容易起翻你個波，破壞唔到對方第一傳。第二咧，佢如果你有機會咧向前嘅時候咧，突然間俾一個手烏，我相信咧就吳詠梅啦。嚇，啲手烏嘅話，後邊咧就可以有個背飛過去扣殺，呢啲波都有作用嘅咁。即係採用多啲快攻啊！係啦，咁同埋咧一樣嘢，佢覺得都啱啊！佢話中國隊咧就係開波太保守。你冇突破，唔能夠兵行險著，俾人好容易接呢個波，造成進攻出嚟。十比九，賴亞文嘅發球。哎呀，保唔到位，後邊個保唔到位。要俾十三號啊，仙加拉咧打到個波。呢段時間仙加拉咧十三號啦，都進攻啦，佢佔咗好多位置，即係殺波嘅次數多咗。咦，呢個愛利亞咧又開波嘅啫，開波嘅就係開球波嘅啫，開完波就莫沙回翻翻嚟啊嘛，係。因為自由防守球員就唔准開波嘅。係。又係咁啦，又追埋嚟啦，又係追埋嚟搏啦。啊，今日啊，唔止啊，小胡打得好啊，嚇，小孫都打得好。小孫都打得，哎，小孫都打得不錯啊，哎。一到目前為止，唔係佢同李炎都好，李炎都好，講進攻嚟講好噶啦，即係中國隊啦。咁你要有威力啊嘛，教練話有威力，佢咪要搏咯。呢個波唔鬧得嘅喎，唔難得，你叫我要搏啊嘛，九比十，選得靚，小李嚇，小李都不錯啊，啊李炎都唔錯啊，係嘛？但係唔係出飛刀啫。小李嚇，何其嗰把球好有經驗㗎，攞兩分啦，都唔好攞啦。哎呀，過唔到啊，破壞唔到。誒，仲有機會，有機會嚟個王熱第一傳快波，仲有冇死？哎呀，俾人攔到嘅。呢個波我覺得升得曳，係比長波好啲。同埋對面咧，會唔會我感覺佢已經係其實已經跳㗎啦？嗰個快攻嗰個。因為前面咧，佢差唔多就前面跳起咗佢啊。
打個快攻成日俾人砸死咗。係咯，中比係嘛？啊啱啊，咪啱講咯。俾石烏啊嘛，俾後邊石烏去飛打嘛，啱又就咁樣。個郎平嚟講真係眼光好獨到啊！啱我哋聽佢講嘅嘢。嗱，以前啲教練我哋聽唔到佢講嘢，唔知佢講乜嘢啊，或者問鬧啊，或者成啊咁。但係佢而家講幾樣嘢嚟講咧，真真正正係針對到中國隊嘅弱點喺邊度。即係佢唔係講啲大圍嘢嚇，唔係講你話一於係咁打啦，誒殺波就殺好啲，防守啊好啲。咁邊個唔識啊？呢啲做教練最緊要殺得死人，係啦，唔好自殺。但佢可以針對性講到咧，就係話你要俾吳詠梅，嗱記得大家個身要轉過嚟，邊個弱點喺邊啊？好重點啊！好啦，咁呢個時間咧，嗱，崔詠梅咧就入替，一係就入替和，呢個係李炎啦。咁啊，崔詠梅咧就喺後排啊，咪開波。咁啊，後排嚟講咧，佢係仲用佢嘅防守嘅。哇，打得咁嘢！咁呢局波裏邊咧，個巴西隊嘅大除咧就都幾好。中國隊咧亦都係難忘，又曳咗少少啦，冇咁嚴密啊！哎呦，急得滯咯，黃子玲急得滯啦呢下，俾機會對方啊，打咗手出界。嗱呢個波急得滯，第一下啫嘛，使乜咁早等我波打翻過去啫？俾翻自己隊友再升翻攻，早啲攻勢未住。咦，十比十咯，雙方喺呢局波裏面嘅第一次平手。哎，唔過，個波低啊，個波低啊！孫悦第一次咧打波直接失誤喎，打落網肚啊！我覺得呢個波咧，佢升咗出去咧，開網咗啊！佢上嘅時候上快咗。啱你哋嘅波，我話要不要放手租下嚟？真係放啊！朱允明啊，四號嘅朱允明係啦。好嘢，起翻，封到，再嚟，嚟好似封喺後邊。第四一放，仲有扭翻未死，未死！哎呀，你影個球證做咩咧？哎呀，你唔好影個球證啦！哎呀，佢話咗個球證好投入咧，係咪先？呢下我唔知人哋輸唔知啦。好啦，中國隊要求暫停即輸啦。我哋斷估啫，因為佢嗰個導演咁樣撳掣，冇辦法噶，係咪先？即係我哋都冇辦法咧，同啲觀眾講得到呢台波咁嘅情況。係咯，係咯，睇唔到啊！即係我哋夾硬放一個落去咧，就呃觀眾，又我哋又唔想，係咪先？真係又睇唔到。最緊要咧就話班球員咧打得急躁，慢一啲，慢一啲，慢慢慢慢打。咁如果咁睇法咧，應該就十二比十噶啦。係啊，頭先我見到個大分板咧，望落去好似係十二比十。係，即係我哋冇辦法啦。唯一一樣就真係睇清楚先再講啦。哎呀，真係亂喎，真係亂喎。睇下先，攻唔到，再嚟，魏徐莫沙扣殺，好嘢，孫悦。今日孫悦起好多波喎，殺下佢啦，係啦，入得，又係莫沙。封到好嘢，封網成功啊！一定要封網，封網唔掂啊！中國隊攞翻個快球權。咁啊，而家中國隊四號呢個托球手朱允明啦，咁佢嘅身形就都係接近六尺噶，咁啊，所以咧攔網方面咧就會好過何其啲。出手快，佢出手高呢個一米九十二啊！一米九二，佢出手快啊！係咯，佢雖然話睇個樣咧就有少少盾，但係佢出手好快。佢動作好簡單，一拉起手就打啦。十二比十，好嘢！嗱，呢啲咧就係真係哇！打波我好欣賞啲球員嘅，打球場古惑冇人嚟，唔好踢人嗰啲古惑，唔好打人嗰啲古惑，即係打波古惑。球場個球員分布喺邊度啊？好有腦啊！即係郎平咧就中意啲球員有腦嘅球員，但係成日都唔放佢出嚟嘅。出界，哎呀，出界，莫沙打出界，十一十二，已經過咗十個啦，加埋呢個係你講嘅。我見你咁投入啊嘛，真係比數咧就十一比十二啊，咪啱呢個飛身咧救唔到嘅。我睇呢場比賽咧，我就係好精彩啊！係啊，太投入得就係，唉！嗱，個莫沙球頭先開波，十二比十一。嗱，朱允明咧，佢就除咗托波好咧，
佢救波啊，其實係中國隊裏邊係第一流嘅一個嚟嘅。咁所以咧，大家留意咧，就係呢個四號朱允瑩咧，有冇機會去救波添？因為速度好快啊，佢好多時咧腳步一去到嘅時候咧，救咧波咧十拿九穩。仲有咧，佢可以由飛身咧，係做救完波之後做個滾翻嘅。女仔嚟講好難得。好啦，睇下比賽。咁啊，孫悦呢個開波咧就掂咯，好嘢，保位唔錯，先加拉救起。哎呀，太過前啊，虛擊。賴亞文保到位，後托後衞進攻，但係可惜王之玲唔知佢俾自己啊。俾翻莫沙。轉身好，李驗呢個攔網咧，個身形係啱嘅。轉過嚟呢邊啊，朱允瑩撲到個波，哎呀！但係咧，王子玲咧又係啦，上身去只腳去唔到啦。嗱，我哋又唔鬧得佢，因為其實咧喺鏡頭睇又好似好多時間，現場咧好快嘅啫。係啊，好短嘅啫，其實個位置咧根本咧就係一定要喐腳去救呢個波，但係咧就爭少少。你做過球員就知道難㗎啦，好難救㗎，你睇就好似好多時間嘅啫。好啦，啱啱打個背飛，又呢個吳詠梅啊，咁嚟自河北嘅球員，咁啊成個咧就男仔咁樣噶，咁啊佢嗰個背飛咧，由於佢跳得高兼且遠啊，所以咧就成功率好高，11-12，揾到雲尼，透過長波俾蒂亞斯，襲得靚呢個位，哎呀仲升到上嚟，朱雲明只腳過咗中線啦，好彩佢冇掂到對方球員，所以就冇吹朱雲明咧係違例。朱雲明射個波一。留一支棒，系，因為個波上嘅好急嘅，好急，好急，好急。而家佢係後排插上添噶，十二平手，大車先，後托後排進攻，救到，睇下點先，過咗網，蒂亞斯上網曳啊，做唔到戰略，又救到掹翻過嚟，可惜出界啦。你個施事員幾有信心？呢、這個波出界，咁仲指住咧邊個打出界添？十二平手，第二局嘅比賽揾到雲尼，嗱好穩陣，開一號嘅死位。哎呀，太過前啦呢、這個波，留穩高位先。李驗，好嘢，單手勾翻出嚟，自己撞自己，黃驗避開，弊啦呢下，冇張冇事。揾到雲尼俾蒂亞斯，大車先，賴亞文擲得好，唔使睇後線尾條線啦。好啦，眼尾立到自己隊友喺度，平輕一扣，朱雲尼上第一傳喎，黃之玲搏腳。哎呀，李驗殺到，乜打到巴西都發脾氣啊！哎，用腳踢一踢個波先。對方都好銀銀咧，球來球往打幾多次啊？係、哎、呀，球啊，真係！哇，頭先真係精彩啊！十二平手，正面勾仔，哇，好飄啊，左右飄啊，叉燒食唔到啊，因為賴亞明掛住攔網啊，輕輕掂到個波底，朱允明撲過嚟呢一邊，大車先，哎呀，失咗步，單手勾起。哇！呢、這個保斯加跳唔起個人高啊，1.92米啊，都係打到個波頂。哇！呢下真係打到叉曬腰啊！我知你好嘢啊！佢見到四個手攔網嘅時候咧，佢陰唔陰佢啊嗰邊嘅二號位，即係好短嘅時間要作出呢個判決啊！13-12，正面嘅勾手曲序，揾到雲尼，保斯加，黃怡報到位，撞翻起個波。喂，呢邊李驗，六隻手浪喺度。哇！打到亂曬位喎，自己阻自己人啊！巴西捉手出界，你講得冇錯啊！巴西好亂，自己人撞自己人，自己撞埋一嚿樓，好多次撞埋一嚿樓，前面五六個人喺曬度啊，後面空曬。佢中意佢都勤力，有你冇你個波，大家衝埋去先，都值得一賺。朱允明後托背飛，哎呀！捉手出界，應該係攔網出界，冇錯啦。哎呀！點解呢個時候換翻佢出嚟啊？幾好啊！朱允明打得，不過好難講，我哋真係唔知嚇。真係唔知，真係唔知。因為到而家為止，朱允明係冇大嘅錯誤過，仲幾好啲。幾好，係啊。同埋我落到嚟嘅時候咧，帶翻佢成隊波嘅士氣啊！我呢度一定要記低佢，就七號嘅何其入嚟入翻朱允明，加埋一個發球失誤添。哎呀，轉捩點啊呢度！中國隊咁順嘅時候，有兩個咧就係關鍵嘅轉變，即係等於一個機器啊，行得好順個摩打嘅時候，突然間得咗個 break， 然之後再重新發動，我未必有咁順嘅。係啦，就得個長波轉直線，攔網捉手出界。哇！呢下保斯加咧已經好狼噶啦，兩個手伸曬過嚟噶啦，好彩咧打到隻手係出界嘅啫。黃子玲側身嘅勾手，揾到雲尼後透，保斯加。喂，今天很怪喎！巴西很多球都俾呢個副攻手嘅十二嘅保斯加去殺喎，
一開始保斯加打幾球好波嘛。係咯，反而十號嘅蒂亞斯咧，成功率排第二嗰個就好少波地喎。我哋睇下比賽，孫悦戰術就冇乜變化喎。中國隊喺呢段都係靠孫悦咧，真係力挽呢個狂勢啊！因為賴亞文喺中間演唔到啊。一傳咧上唔到網嘅時候咧，賴亞文咧就冇乜波可以打到嘅。賴亞文嗱，雖然中國隊幾個都係勾手啊，但係唔同嘅一個正面嘅勾手，一個側面嘅勾手，揾到雲尼收轉過嚟呢一邊，哇，好重錘啊！好嘢，救到過網，王子玲好嘢啊，只腳去埋先至出手啊！揾到雲尼一個後托，先加拉，哇，殺得好勁啊！哦，孫悦呢個波升到港咁樣咪，哇，我幾驚孫悦撐艇啊啲啊！但好嘢，佢升幾靚啊！呢個波要讚啊，讚王子玲啊，救兩球波咧，救得好靚啊嚇！佢王子玲喺救嗰下咧，直情係埋到去，仲可以諗一諗，做好個動作先勾翻佢出嚟。嗱，攞咗分啦喎！啊，側面嘅勾手曲墜，正路咧，而家分牌睇唔到，應該就中國隊係十勝。十四十二應該嚟講。係咪啊？係，因為賴亞文已經第二次發球啦嘛，即係得分啦，係嘛？應該的分數就是14-12，中國領前兩分，但要看看他打出來是多少了。落差何其太前了，不行，哎呀，哇，我以為何其跌網，原來巴西的球員跌網，因為這樣的這球球可能是跌網，但是剛才球球因為後期升球的時候球是跌到巴西隊的手的，好像是、所以需要 overlap 的。好啦，正面嘅勾術，網球式飄得球，蒂亞斯砸到路啦，王子玲嚟噶，何其修正過嚟俾李漸，福建大工人唔得啊，出界，大工人呢下要避守，等對方跌落嚟先出，變咗打到個波底啊，自己都跌緊嘅時候打啊嘛，但又唔怪得佢喎。好啦，叫換人，唔該影一影睇下邊個換邊個，哦，後備嗰個球手啊。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有出場打過嘅，就是、列加路啊。李炎，哦，已經話佢咧就係迎擊啊。列加路咧，佢喺前面啊，希望佢哋封網。係。187啊嘛。咁佢集一集啊嚇。係。但問題而家邊個托波咧？如果喺反擊嘅時候，我睇啦。嗱，咁啊睇啦，佢封網。即係話佢好有信心咧，第一次就集死你中國隊啊。係。嗱，而家咁啊轉變嘅時候，邊個升波咧？冇人升喎，巴西隊。佢做嗰度，嗰度升啦。玩翻陣陣就算啦。何其俾李炎攔到，王怡補到位。哎呀，撐艇唔得，真係撐艇啊！呢個波啊，應該何其咧衝去啊，自己拱開球員咧都要去拎個波先啱噶。嗰啲又做得好好㗎，列加路咧落嚟封咗兩球，連封兩球。嗱，分數咧，我哋大約計應該係14-9嘅，但係而家咧就以當然嘅大會嘅分數為準。一直佢都冇打出嚟啊！哇，中間有一段咧，我緊張個頭，好集低，睇個大分牌，誒睇翻咩14-9，上面嗰個係咪啊？你壓力好，係14-9，肯定啊，係。咁遠都睇到啊！睇到真係，後生冇辦法。係啦，鬼知佢唔俾我哋啦，我哋睇到啊嘛，唔使俾我哋知道幾多分。好啦，嗱，一見到咧就巴西又強嘞喎，哇！呢個高大嘅保斯加又喺前排嘞喎，嗱14-9啦。哎呀，持球啦，打嚟！何其呢段時間出嚟咧，我好大膽講一句，佢嘅表現咧反而冇朱允瑩四號喺場中嘅時候咁好。我同意，真係你鬧我咧，咁我都同意。點解一樣嘢咧就話打開順嘅一隊波，點解會突然間？因為你唔順，而家換呢個球員落去係咪？你順開點解換呢個球員落去咧？就唔順。但既然咧唔順開啦，順對換呢個球員之後打得順啦，點解仲要換咧？好想攞翻排球權，14-15。咁啊，如果而家喺排球規則咧，朱允榮咧就仲可以入嚟嘅，即係仲可以換多一次嘅喎。唔可以㗎啦，唔可以換何其㗎啦。哦，唔可以㗎啦。咁唔掂啦，咁就除非何其炸傷，都仲有機會係嘛？幫我哋唔好諗呢啲古惑嘢啦，正路啊！15-14。15-14，巴西隊一分就可以贏呢局啦。好啦，咁結果咧，巴西就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又落後1-8，咁結果以16-14咧就贏咗第二局，局數係1-1平手。翻嚟再睇第三局啦。屬於巴西方面嘅球員嚟噶，伊杜雲尼今年25歲，身高1.8米，體重69公斤，咁喺呢個摩高方面咧，分別係2.92同埋2.80，上陣咧接近成300場比賽嘅。
咁啊喺呢一個九五年方面嘅大獎賽咧，佢係當選為最佳球員同埋最佳嘅二傳手。咁啊，今年嚟講咧，睇下佢可唔可以能夠係歡迎各位翻到嚟澳門現場繼續收睇呢一場咧嘅分站嘅冠軍爭奪戰女排啊！咁就係咧由呢個中國對呢個巴西嘅。咪而家咧係第三局嘅比賽情形，第一局中國咧係以15-7贏咗，第二局咧巴西一路落後嘅情況之下，終於係16-14咧就係追翻1-1，而家第三局嘅賽事嚟啦。咁啊，中國隊咧就著藍衫藍褲，嗰部嘅左攻右，嘿攔網成功。咁啊，巴西咧就係嗰部嘅右邊就白色衫噶。咁啊，第三局咧啱啱開局冇幾耐嘅啫。我記得快球3-0啦！啊，一開局咧，中國隊唔錯嘅。哎，呢個波唔過網，應該哎呀，球證冇睇到啊，陰公！巴西隊嘅機會，我雖然咧封到個波，但係咧封個波出界，打波咧就係10號替亞斯，咁啊替亞斯咧亦都係咧。是巴西的主将，攻击力很强，快波对方拦到，再来一个快，呢次拦不到了啩？系王子凌，中国队而家咧应该打多啲快攻，有得传球咧，尽量利用快攻咧。即系如果第一传传得好，尽量利用快攻咧，多啲睇对方嘅拦网唔系咁好啊。吴永梅个快球3-0可以啊，叉烧咯，系啦，莫沙。用上手傳球傳過去，叉燒4-0啦！繼續吳明梅嘅發球，頭托呢班哎呀，不地。巴西攞翻個發球權，0-4。哎呀，睇到靚波，出手快啊！李源冇得講，呢個扭手腕打直線打得好靚啊！一扭手腕打直線嘅情況之下，對方啊避咗對方嘅攔網，4-0，李源嘅發球，第一傳破壞咗，應該出界，應該就5-0啦，哇！巴西嚟講一路開局，咁即係每一局嘅開始都唔係咁好啊！好啦，技術性嘅暫停之後咧，我哋先去廣告先。咁啊，繼續翻嚟咧就係澳門嘅現場啊！咁啊，第三局嘅比賽啊，咁啊，局數就1-1。咁啊，而家第三局嚟講咧，就中國隊嘅領前嘅分數去到就係8-0噶啦。咁啊，較早前咧就巴西咧係叫咗一次咧就係自由暫停噶啦。好啦，睇下比賽啦。兩隊的人選來說沒什麼大的變動，中國隊方面看到10號的王子凌在陣中，另外托球手是用何其的，賴亞文在前排，吳詠梅跟他打對角5號，巴西這邊就2號的莫沙大槌手，對角10號的蒂亞斯，現在前排4號位，蒂亞斯飛身下去救，哎呀，用手踭保護住先，怕撞到，撞到心口位置，捉手出界。嗱咁啊，見到而家咧就一有地板濕滑咧，裁判示意咧就即刻有工作人員出嚟抹嘅啦。以前就唔係嘅，以前咧個球員咧後邊咧好似而家莫沙咁嘅咧，帶條毛巾喺後邊，個個一濕到地下咧就自己抹。我啱啱咧呢個快波咧係吊腕啊，用前臂嘅力量咧就壓個波落去嘅。賴亞文一貫就好少咁打快波，多數咧就成個手臂拉落嚟咧扯個波過去嘅。8-1。側身嘅勾手橫飛，哇！我哋見到呢邊咧，保斯卡兜過嚟，哇！頭先巴西都真係好亂啊，喺後排上網，都未上網嘅動作做完咧，就已經開始走位啊，側邊擦過添，好容易阻到自己人嘅。1-8，仙加拉、王怡上唔到網，孫悦轉直線避守，揾到雲尼後托後排進攻，哇！我見到王子凌一個側滾翻咧，都冇辦法咧係撲得起個波啊！因為側滾翻有度唔好咧，就係有時驚落地作到啊，變咗要用嘅手撳地。大攻，吳詠梅啊，正面嘅一個 B 式快攻，
A 咧就係好接近個撲球手前面個位置 ，B 咧就係遠啲嘅。8-2，孫悦吸啖大氣先。哇！呢個波加咗力喎，唔怪之郎平叫佢哋唔好咁保守開波，要有攻擊力。李艷轉直線係捉手出界，係碰到對方個 middle blocker 中間攔網嘅手出界。9-2咯喎，就嚟到十分咯喎。哎呀！呢一下真係，喂吳錦慈，你覺得佢呢下咧？是咪全個感覺定係撞好彩咧？呢個波咧，佢係有心去做嘅。見佢動作咁大嘅時候咧，知道咧佢係本原先有個意思咧，係諗住咁樣做。但係佢點知道人哋唔跳喺籃度咧？真係啊！其實 set 喺後排嘅時候咧，通常咧人哋都唔會跳噶，跳嗰個咧應該都啊俾教練鬧噶。係。咁啊，比數咧就係3-9，夠啊夠到啦。咁但係個身形咧就始終射唔到到力啊，呢個波嚟得好快啊！就是李艷嘅扣殺二號，嗱見到李艷又望一望郎平嗰邊啊，咁可能郎平咧用啲手勢話俾佢聽，應該點樣殺啊，直線定斜線啊咁，揾到雲尼小平拉派個開啊，呢個博球位置好似唔過網嘅喎，呢球波係嘛？緊緊掂到，係吳永梅攔網嘅時候個手指應該係伸到過掂到嘅，後托蒂亞斯，嗱蒂亞斯咧呢個十號球員咧。佢嘅扣殺動作咧，喺空中嘅變化咧就靈活過莫沙嘅。佢用腰腹帶動嘅人，莫沙就淨係用呢個前臂嘅力量。好啦，呢個叉燒咧食到硬啦。呢個二號嘅莫沙，咁啊兩年前咧就世界第一攻擊手嚟嘅，咁啊同路易斯咧就排名一樣嘅。其實講起上嚟咧，中國隊咧今次喺澳門站嗰個表演咧，我感覺上仲好過咧就舊年啊，即係以啲場波嚟睇下，可能咧就澳門咧多我哋捧場啦嚇，好緊要噶。所以話咧，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咧，對於球賽佔有好重要嘅因素。咁啊，球員咧有擁躉咧，自然咧會打高幾皮波嘅。我哋打波都是啦，有人睇就爭好遠噶嘛，我叫你冇人睇喎，匿埋打喎，都冇心機打。我哋睇下個比賽啦，李艷。咁啊，李艷咧嚟自福建省嘅，即係以前啊陳亞瓊啦、鄭美珠啦，乜同一個省份嘅，咁啊佢哋係屬於師妹噶啦。哇，好靚啊，冇得頂，啱啱喺首位嗰度。4-9，保斯加，黃子玲上網上不到，孫悦虛擊，嘿，蒂亞斯救到，佢呢一邊，莫沙想話打直線，咁啊，但係應該捉手出界，咁啊，第二裁判即係日本嘅西川啊，佢話中國隊嘅籃網咧見到㗎，因為個波咧向高飛啊，飛高少少㗎嚇，咁啊比數就5-9啊。呢段時間咧，中國隊個上網就好曳啦。咁啊，唯有咧即刻咧，郎平咧叫佢暫停。咁啊，而家比數咧就6-9。嗱，其實咧咁樣睇啦，雖然話仲有一分咧，就到十分嗰個技術暫停嘅關口啦。咁啊，但係而家郎平咧都提早叫咗呢個自由暫停。係啊，因為咧佢而家咧就俾人追得比較急啲啊，咁所以咧喺呢個關口嘅時候咧，一定要咧就叫佢暫停啦。同啲球員咧講解翻啊，做翻好，打翻定啲先。啊，咁啊，今次郎平咧就冇咩特別嘅嘢喎，即係喺指導方面咧，都係叫啲球員咧，即係話小心啲，同埋打嘅時候咧要睇個線路嘅變化，即係冇話一啲特別嘅指示。好啦，比數係6-9，第三局局數1-1。我爭住澳門站嘅冠軍，冠軍獎金咧就$50,000嘅。呢個波咧，賴亞文咧做個自掩咧，掩開咗咧，佢就係落手打落去啦。平時咧佢打咧可能係轉身打嘅。咁啊，賴亞文咧就喺呢局波裏邊打波嘅次數多咗啊，修正過嚟。哎呀，想話升四號位，點都俾咗後排進攻。過嚟呢一邊蒂亞斯十號，何其抹一抹隻手先。哇！何皮升波之前驚撐艇啊，抹一抹隻手先。嗱，呢下就唔抹啦，隻手乾啊，打到個頭啊，
中間有13號先格拉，哎呀，掛籃球啊，先格拉，哎呀！咁大家唔好記錯喎，佢個名係叫先加拉，就唔係孟加拉喎。好啦，咁啊比數係10-6，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再睇比賽。嚟到現場啦，咁睇你咁咁開心咧，一定係咧就中國隊又得分頂啦，係咧11-6啦。黃之鈴繼續揮球，升翻起，莫沙扣殺，步到位，哎，好嘢啊！今日咧中國隊嘅防守十分之好。咁嚟再嚟啊，莫沙，起翻個直線。咁莫生咧打波咧就有個好處，就係佢能夠咧正手同埋咧就扭手打直線咧都可以打。6-11，呢個時間咧咁啊，巴西咧換人，有15號嘅海利亞。通常咧我大家都睇嗰啲巴西條波都知道啦。呢個海利亞落嚟開頭波嘅啫，開完之後一到死球或者咩其他情況，咦好嘢喎，破壞第一傳唔錯，收住個好嘢，打得靚，孫悦，哎真係，咁啊孫悦嘅技術嚟講咧，比奧運會嘅時候咧又進步咗啦，真係，加強咗好大嘅力量啊，同埋佢處理個波方面咧穩陣好多啊，覺得以前咧都係話係成功率都係哎呀40%嘅啫，一球球咧信心大好多，係咯。好可惜啊！賴亞文嘅發球咧就出咗界，冇辦法啦，兵行險著，點都要咁做噶啦，係嘛？哎，封到呢個波咧就係俾對方封到啦。7-11，孫悦，換到位，封翻好，咪莫沙話後邊嗰個球殺。往前跟住，仲有機會。啊，近後一步打冇乜力，中國隊機會。孫悦射先，哇，好斜啦，都俾對方救到。出界，呢個出界冇人見到嘅。嗱，今日我哋睇到幾球波咧，巴西嘅球員處理呢啲波嘅時候咧，係打唔到個波頂啊，打到波中間嗰度啊，個波平飛咗出去。11-7，孫悦個發球。哎呀，可惜出界，冇得講噶啦。與其是你開個好容易嘅波俾對方做到進攻，又係打死，不如大家咧搏一搏，係嘛？快波封到，巴西機會後托，哎呢、這個波打得曳啊！嚇，連續兩球都打波底啊！打得曳，連續打兩個波都打到波底，希望打多啲啊嘛！呢、這個情況咧，點解咧？佢打嘅時候咧，打得有又唔好，就係話咧，佢人去得前，個波喺頭頂後邊，咁佢冇辦法用個手腕挨得到落嚟，有一傳唔中，冇辦法，硬撥，避嫌，掂到個手，掂到個手，係啦，掂到個手，你打手擰頭都冇用，李嫌咧觸面呢個波咧係撥去個對方個手嗰度等佢出界，同埋咧李嫌咧時間咧，佢一咬腰向後嘅時候咧，對方咧籃網一跳上咧已經跌緊落嚟啦。係啊，12-7，哎呀，對方好快攻啊，攞翻個罰球，好似界外喎。界外添啊？哎，睇下先，如果界外13喎，咁啊13啊，睇個局面會唔會咁樣企法就？一預備攔網嘅姿勢啦嘛，13，哎呀，又升得唔好啦，撥得出界，佢想撥個手出界，點知咧縮手撥咗出界，14-7啊，中國隊攞翻一分咋，一分就夠啦，哇，喺打到賴亞文都鉗喎喺度，14-7，封到機會。好嘢，15-7，哎，估唔到，啊，中國隊咧又咧今第三局裏邊咧係15-7咧就贏咗，咁啊目前咧總分嘅局數嚟講咧，中國隊係領前2-1嘅，咁啊喺呢幾局波裏邊咧，一開始咧巴西都唔係開局得咁好啊，得。好啦，第一局輸4分先，第二局咧就輸成5分，第三局輸成7分。好啦，咁趁佢暫停啦，我哋先許廣告，
翻嚟再睇咧第四局嘅賽事。刚才澳门站的赛事啊，咁啊而家由中国咧对巴西咧就系争夺呢一站的冠军嘅。咁啊暂时嘅局数嚟讲咧就系2-1啊。咁啊中国队系15-7赢第一局，巴西16-14赢第二局，而第三局咧中国亦都系以15-7咧系赢咗。咁啊中国领前咧2-1嘅局数。咁第四局系啱开始咗嘅啫。咁睇下兩邊嗰個陣容方面咧，就都冇咩大嘅變動啊。咁啊，譬如中國而家咧開波入吳詠梅啦，撲波嘅周何琪，咁啊前排有10號嘅王子凌，2號嘅李艷，咁啊仲有咧就係1號嘅賴亞文嘅，咁孫悦亦都係同李艷打對角。咁啊巴西方面咧，呢個時候咧就一落場咧，竟然咧派呢個7號嘅球員啊，就係杜華奧啊，咁啊大隨手，但係後備嘅，咁啊出嚟咧打呢個正選。咁有咩特別嘅部署呢？要睇耐先知啦。啊，即係換言之，巴西咧就喺第四局咧就作出一個好令人詬異嘅部署喎。咁啊，頭先咧7號咧，杜華奧咧都出過場啦，睇表都幾好噶因為佢頭先出嚟殺波咧都唔錯嘅，咁佢身高咧都要接近1.90米。5號嘅康尼又係開到呢個1-2號位間嘅死位，孫悦輕輕打過去，揾到雲尼，自我掩護俾到後面嘅保斯加。保斯加咧就身高1.92米嘅，咁就可以講咧係整個女排比賽到而家為止咧係最高嘅球員。但咧巴西隊咧嚇，我覺得佢8號嘅巴魯斯咧其實幾好嘅呢個球員，未出過場，而家都未出過場啊，左手噶嘛嚇，係啊，去擊成功。咁13號呢個咧隊長仙加拉，咁巴西咧就喺第三局開始咧就打咗中間快攻多咗。比數仲係0-0，嗱呢個就保斯加啦，好大隻噶。何其自我掩護俾賴亞文，捉手出界喎。巴西以為呢個波咧就係賴亞文打出界，但係第一裁判咧就話有人捉手出界。好啦，咁啊見到12號嘅保斯加咧入咗嚟，咁應該有個自由防守球員咧出咗去打噶啦，係嗰個老將啊，舒華亞茲啊，攬住背心嘅。嗱冇錯啦，見到佢喺1號位啊，巴西嗰邊佢嘅，哎呀！呢下慘啊！吳詠梅追過嘅時候咧，判斷錯咗啊！咦？咁啊，而家何其喺前排，即係剩翻兩個攻手嘅啫噃，0-0，好貼網過。因為而家咧唔準用呢個發球攔網啊，所以開波要好貼網。十號嘅王子凌，今日咧呢個2號嘅李炎啦，同呢個孫悦打呢個對角咧。成功率都好高，今日發揮咧都好高啊！上手嘅飄忽球，巴西咧就唔俾12號嘅保斯加攞第一傳，保威保得好啊！孫悦嚟噶，李炎最後嘅扣殺輕輕一扣，叉燒吳詠梅。嗱，吳詠梅一跳起之後，見到對方冇人嚟攔啊，仲可以慢少少先落手。係啊，佢身材比較高啊嘛嚇，佢跳上去睇定咗先，嚇冇人攔啦，我就打落去啦。有人攔咧，佢可能咧就會陰波啦嚇。係啊，要快噶啦嚇。2-0啊！咁啊，開局咧就頭三局咧，中國隊嘅開局都係開得相當之好嘅。嗱，譬如好似第二局咧，曾經仲領先過咧就8-1。個第三局咧領先過係8-0添。咁而家第四局捉手出界。咁啊，講翻巴西隊咧，就三次衝擊呢個世界冠軍，包括世界盃、世界錦標賽、奧運會，都係咧輸喺古巴手下。其實咧，佢可以講係一隊好 fit 嘅球隊嚟嘅。李炎打呢個直線咧，打得好靚啊！同埋李炎咧，就我哋成日講咧，佢扣殺嘅動作與別不同嘅。佢個波咧比較係接近自己嘅頭頂位置啊，所以佢用網空咧係好厚嘅，對方亦都難捉摸佢幾時咧出手殺波。唉，好嘢，真係好嘢啊！揾到雲尼啊！咁啊，星球手咧嚇。耐不耐咧做啲咁嘅動作嘅時候咧，對面咧好難捉摸噶。咁啊，揾到雲尼咧狀態好好喎。喺印尼耶加達嗰站咧，佢係攞到最有表現球員獎嘅14號揾到雲尼。除咗托球之外咧，可能佢防守方面咧做得好好嘅。吳詠梅比分仲係2-0。吳詠梅咧可以講係中國隊咧咁多年嚟啊打呢個3號位位置嘅球員咧，身形最高嘅一個。甚至以往嘅黑珍珠梁艷啦中國隊都冇佢咁高
四号呢个咧就是新人啊，杜华欧正面嘅上手飘不球，唔飘嘅呢个波咪啱噶，稳稳阵阵啊，有人掂网。都有時咧，即係嗰個鏡頭咧追，有時追到我哋睇唔到啊！咁好醒目喎，叫人出嚟抹一抹地先。因為咧，就啱啱佢自己想去跳嘅時候咧，扇一扇腳，所以個網咧就好似打風咁樣，咁啊即刻叫人咧就抹一抹。咁啊，球證咧見佢有道理，亦都接納佢嚇，俾人出嚟抹地，避免佢拖延時間。捉手，哎，上手幾好啊！嗱，呢個力水控得好啊，仲可以升。賴亞文一個咧就係壓落去，嗱，佢又唔係快沒喎呢下，用前臂壓落去。呢個波經驗喺呢度啦，好多波咧喺中間底點咧就可能死打落去嘅，但咧阿賴亞文咧就撥個波去比場嗰度啊，三比零。開波嚟講咧，中國都失誤多咗。咁可能因為阿郎平咧就喺第三局嘅時候曾經有段時間叫啲球員開波唔好咁保守。打開啲有威脅嘅波，自然咧就冒險性就都高啦。零比三，傳托真係喎，賴亞文多咗個殺波。第一二局佢好少殺嘅喎，何其唔俾波佢嘅喎。三比零，側身嘅勾手，後托保斯加。呢個保斯加咧最基本嘅啦，佢又唔係靚喎殺波嘅動作，佢係實際啊。拉高手，拉高手就打啦。即係如果佢嘅動作啊，比起南韓嗰個四號張潤起咧，張潤起好好多嘅，好協調嘅。矮啊嘛，又係啦，中間快攻。哇！呢輪嚟講咧，中國隊利用中間嗰個快攻咧，成功率好高啊！賴亞文，咁而家賴亞文落後排咯，吳詠梅又上咗嚟。吳詠梅今日打得一樣咁好噶。好啊。無論喺前邊啊、後邊背飛一樣，好多時得分噶。好犀利！呢个七号咧，杜华奥啊，咪喺个后边咧，五号嘅康宁。咁啊，而家反而咧，巴西队有个十号嘅蒂亚斯嘅，头两站咧表现得好出色，好威水喎，冇出场啦，冇咗正选位置，俾杜华奥出嚟打。嗱，又系啦，佢咧就上身去，只脚就冇去。嗱，佢唔係懶啊，因為嗰度其實好短時間㗎咋。係啊，喺網上咧，我哋睇起上嚟咧，就好似好多時間，其實就好難起起個波㗎。呢啲波咧，我哋叫佢咧就係只見身喐就唔見米白就啲起。啊，米白係。好啦，咪見到王怡都出咗嚟啦。嗱，呢邊呢個咧，攬住黑色背心 L 字嗰個咧，就係雪華雅芝啊。咪以前咧打呢個托球手㗎，而家擁咗佢咧就做自由防守球員。何其托個長波李艷，咪亦都係咧好球嚟噶。哦，呢個波咧，我覺得雪華雅芝咧有失誤喎，佢應該要救嘅喎。係啊，佢要換得出嚟做自由防守球員啦，應該呢波要搏嘅啦，佢要。飛身落去都要啦，嚇。係啊。咁啱啱個波咧，亦好難講喺佢兩個人中間啊。喺兩個人中間咧，就有少少誤會啦。不，實際上咧，有時即係六個人喺個。九公尺乘九公尺區域裏面周圍走，會遮到個視線嘅，都未頂噶。零比三，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講咧就好容易啊，真落到球場打唔係咁容易㗎。係啊，即係我覺得我哋彈人咧就好容易嘅，即係自己落去唱咧就未必唱得到㗎啦。比如頭先郎平換人嗰度，七號換四號，咁我哋又覺得佢即係好似話順開就換唔好，但可能佢都有佢嘅理由㗎，係咪先？好難講啊。好啦，後托。哇！呢個扣殺動作唔夠高啊，亂攻蝦米咁捉手啊！嗱，而家好奇怪喎，我而家巴西啊，成個陣就扭轉咗，咁咧就將呢個七號嘅新人杜華奧咧移過嚟打二號位嘅助攻。以往打助攻嘅十二號保斯加，你係打四號位嘅強攻喎。會唔會真係喺呢啲咁嘅賽事裏邊試陣咧？我真係睇唔通。嗱，我哋見到籃網呢個保斯加嘛。以前佢成日都喺二號位度打副攻嘅啫嘛。嗱，仲有一樣嘢咧，就話巴西球員高，反而升嗰波大錘咧唔夠中國咁高嘅噃。中國咧升嗰波仲高過嚟打嘅喎，係咩？比分咧就係零比四啊，咪巴西落後四分，難倒後托，哎呀太矮啊呢個波，哎呀！所以巴西嘅球員咧，實際佢都好勁。呢個波係唔啱位嘅，嗱佢打得到，
呢個莫沙嚟嘅，冇辦法啦。莫沙世界第一攻擊手，同古巴嘅路易斯三號咧一齊勁。咁亦都提啦，古巴三號嘅路易斯咧，就今年嚟講咧，喺大獎賽佢就冇打嘅，因為古巴嘅教練尤真里奧咧就辭咗職啦。咁啊有兩個球員咧，亦都係冇參加，主力嚟嘅。十五號嘅加賓奴，仲有三號嘅路易斯。咁呢個係咩原因呢我哋亦都唔知道。唔係會唔會啊？因為啊，即係連場嘅征戰，俾佢唞一唞，以後再恢復。咩有啲大嘅賽事咧，或者咁樣咧，咁我哋都唔知道。好啦，咁啊，見到第四局開波初段咧，中國隊就分數咧就拉開咗。咁但係咧，每一分都係好辛苦嘅攞得。嗱，五號嘅康尼打中間快攻，亦都係中間攔網嘅 middle blocker 嚟嘅。過嚟邊孫悦，四隻手浪喺度。哦，曳咯！莫沙救呢個波，直情攰啊！咁啊，見到佢跪落嘅時間咧，好彩佢有戴護膝咋。嗱，女仔點解成日戴護膝咧？因為佢成日要跪嚟攞波嘅，所以要戴住個護膝。哦，呢個波咧就係話中國球員咧個波未過曬網，係過網攻擊，要撳個波。咁所以俾翻個波咧就係巴西1-4。哇！身高1.92米嘅保斯加。哎呀，想話揾位開，佢醒啊！佢追啊，孫悦離開呢個波。今日孫悦起波起得好啊！咁你揾一揾個唔好啲嘅離開啊，係咪啊？4-1，側身嘅橫飛球，單手托起。啊，仙加拉真係落手快。仙加拉呢個隊長咧就唔起眼，但係佢其實就好穩陣嘅。係啊，打波咧佢好穩陣嘅，同埋呢個波咧佢托球手都識得好靚㗎，好擅長用單手 set 波㗎。莫沙。大車先，王儀，哇！王儀上得曳咗喎。其實王儀咧，自從俾郎平安排佢打咗自由防守球員之後咧，佢打翻快攻位咧係差咗。係啊，真係差咗。習慣咗。啊，咁亦都係咧，就喺呢個自由防守球員嚟講咧，咁啊，郎平咧亦都好唔欣賞。佢曾經話咧，作嗰個文即係講公開講過咧，就話呢一個自由防守球員咧。是限制球員的全面性的發展，即係我要打後面就冚唪唥後面啦，前面都唔使理啦，就唔似話冇個排球六人排球精神出嚟。六人一排球同九人排球唔同，因為九人排球咧亦都係定位嘅，六人排球就要輪轉嘅，咩都要打嘅，咩位置都要打嘅，咁就有個全面性嘅發展。因為六人排球咧，希望個個球員咧都可以咧，可以升，可以殺，可以殺，可以攔，可以攔網，即係全面啲。好啦，比數就2-4嚇。由落後4-0，追翻兩分三分添啊，3-4，連續幾個波咧都傳得起得唔好喎。哇！睇嚟呢一場波真係有排打喎，係嘛？因為巴西嘅後勁都幾犀利啊！正面嘅上手偏不球，王儀上網靚啊！嗱，呢下王儀上得靚啊！吳銘梅嘅背飛救到，哎呀！吳銘梅第二傳過嚟，李業四隻手落喺度，被逼佢擊，孫雲雅只係救到，跟住埋去太矮啦！哎呀，杜華澳呢下陰咧冇乜用啦！哎呀，俾中間。我唔欣賞呢下俾中間。你唔欣賞好啱。我哋如果今日嘅統計咧，中國隊失好多球就因為係中間而咁俾人撳到嘅。無論係賴亞文又好，吳永梅又好，中間呢幾個波咧就人哋撳住嚟撳局你噶啦。4-4平手。嗱，舒華亞茲咧飛身救到呢個波啦。33歲噶啦，巴西嗰個自由防守球員李炎又俾舒華亞茲救到，有佢救完仲話好嘢啊，讚下自己先。飛身球都望啦，射埋到力，快攻掩到啊！中間嗰個咧就康尼已經失咗位噶啦，後面莫沙，唉，打穿窿。其實到而家咧，中國隊咧何其咧好多進攻咧都單調啊！其實應該做翻啲咧後飛啊啲波咧，掩開人哋嘅攔網，未必即刻作出指導。喂，俾人連追5分喎，真係你話點搞好？聽唔聽到佢講乜咧？不好的球一定要多抓，机会那么多机会没抓住，精力够不足啊！你精力几多机会就抓住。佢话咧，个机会大家要捉紧个机会，但唔好空腹啊，即系又放弃有啲机会。大家咧就冇捉紧嘅机会，咁啊同埋咧，大家咧互相系鼓励啲，嗰啲波唔啱咧，大家去互相帮补啲。哇！呢段时间嚟讲，俾人连追5分，有咩心得？而家呢个时候咧，诶，换人喎。睇先，啊唔使問啦，應該就換阿崔永梅啦。係啦，呢個時候咧，咦到我啦，哦5-4，嗱巴西嘅發球第一傳傳得好靚，有機會啦，係咧傳得靚有機會啦，
李業依個扣殺，哇！成個人都中埋落去啊！力量啊，犀利啦！好，四比五，何其嗰塊球，何其輝嘅好威脅噶，曲咗落去，哎呀，破壞唔到第一傳，是啊，咁高波，好在封網封到，哎，崔永梅打到，睇有冇捉手啊？應該有噶，嚇？應該有嘅，應該有嚇，嗱，應該捉到手，係啦，五比五啦。一崔梅已經打個波打得係唔係咁好啊？咬腰打噶啦，哎，封埋。仲有機會，又封好嘢，連封兩球，六比五。呢個吳詠梅發揮好作用喎，嚇！係啊，崔詠梅同阿吳詠梅兩個詠梅啊，係攔網成功嘅喎，雙梅陣，嗯啊，哎呀，好嘢啦，七比五啦。哇！連贏三分喎，我哋五比四落後嘅喎，四比五落後嘅喎。何其輝發球有威脅咧，口擺高山莫沙啊，犀利！冇辦法啦，真係係好犀利嘅。同埋阿賴亞文一號咧，已經好勤力咧，移咗過嚟對到正莫沙嘅啦，嗬。但個波實在太勁。好啦，冇得講啦，真係五比七，巴西嘅發球第一傳好靚，有靚有攻，有靚有攻擊啦，係咪啊？是啦，今天呢這兩波來說呢，巴西的防守也是很好，我覺得今天大家進攻差不多，最大的分野中國隊目前是贏的，是贏什麼呢？防守，特別是後排起波，後排起波，是啦，這個波還有，哎呀，看吧，慢慢防，好嘢，封我封到，放就得了，哎，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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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高，照打，好嘢啊！唔夠高啊！呢個波，佢撲埋去又唔夠高啊！照打，嗱，賴文都話喂高啲啊，咁係唔夠高啊！同埋而家咧，巴西個前排真係散曬喎，驚食波餅咧，咪轉身嘅。佢話唔好，一定要對到正個膊頭，唔好轉。我哋一轉身嚟講，一抽個波就唔正噶啦嘛，係嘛？好，起翻，機會機會，孫悦打過去先，第一傳唔錯。又係後排，啊！呢個波出界，出界，先要揼頭，咁可能落面有啲情況啊！九比五啦，睇先，換人，好，都係要換翻呢個十號，我呢七號唔掂喎。係啊，丁亞斯又有啊，丁亞斯又翻翻嚟咯喎，吳詠梅嗰塊球破壞咗第一傳，升起，夾硬升起，封翻死曬。今天咧，中國隊贏波除了防守好過對方之外，攔網亦都係中國贏波最大一個嘅原因。喂啦嘛，好，十比五。好啦，我見到佢後面咧就俾呢個蒂亞斯啊。個蒂亞斯咧以前就打開四號位嘅，咁啊而家咧就出嚟咧都要擁佢打二號位，咁啊仍然由保斯加咧就打四號位。其實巴西啲球員咧個位置咧佢都可以打到啦。哎呀！呢下做唔到戰術啊！呢下中國隊咧走位方面咧，崔永梅有啲咁多失誤。一頭先上網唔到咧，佢應該就喺嗰個位置衝埋去打快攻掩護，但佢一早就褪過二號位啊！崔永梅走喺後邊啦，已經太早去後邊啦。佢遲少少仲好啊！呢個波完全呃曬啲攔網，暴翻曬中間啊！你要打波嘅時候冇人封網，嗯，中意打邊度邊度啊，冇人封網。咁亦都因為賴亞文喺中間咧，係啊，咁就嗰個冚埋喺曬中間度啊。李炎下手揾到運氣過網，何其已經上咗位啦，哇，好小心，靚啊！嗱，呢個波靚就咩咧？佢係左右，所以個波可以推得長啲。係啊，同埋呢個波咧，你睇到咧就係左右成日打翻個前飛啊！我哋通常見咧都係打後飛嘅啫，因為佢左右咧佢有前飛嘅動作啦嚇。呢啲一定要事先講定㗎嚇，如果唔係我點知道你喺後邊嚟啊？因為佢左手通常都係咁打㗎啦。哇，好高好高啊！借個燈光陰陰陽陽，但冇用啊！有經驗嘅球員拍，哎唔得，打落網套啊！呢個波唔係攔到㗎。是打落個網嘅白底位置，網光醒啊！我哋叫做網光醒呢個時間咧，嗱呢幾球波咧。巴西起第一傳起得好人，冚冷唔到位噶。咪比分咧就六比十一。賴亞文抽一抽嘅手，等對方跌落嚟先至殺。蒂亞斯亦
嘅輕扣啫，飛身夠氣打個滾翻過嚟，孫悦攔到，哇好嘢喎！呢下鬥完仲想話殺波，唔俾你啦，俾後邊啦。咁啊見到咧，六號呢個咧就係佢哋嘅列加路啊。咁啊列加路出嚟咧就係做封網殺波。咁啊頭先試過咧，佢出嚟就換呢個十四號嘅托球手揾到人嚟嘅。五號嘅康尼7-11。嗱，而家巴西就注重第一道嘅防線就攔網嘅啫，過到佢咧就掂啦。揾到雲尼再陣中啊！而家個形勢又唔同喎。嗱，對上一局咧，巴西就用嗰個新人就換啊揾到雲尼噶嘛，但係呢個就唔係，揾佢咧又換中間嘅快攻，咁變咗仲有托球手喺度啊！巴西潘文利而家入替咧就孫悦，所以我話呢一局波裏邊咧有少少陰陽怪氣。8-11，單手勾到過網，由呢一邊，哇！大傳打落去，你見到佢後邊一條毛巾，就知道佢係莫沙啦，嚇！呢個波分數我真係越諗越有啲陰陽怪氣，一人幾分，一人幾分咁攞噶啦，而家咧巴西又攞咗三分啦，真係好難講啊嚇！係啦，比賽有時都啱嗰個排位對到正咧，攞分嘅，係出界四分啦。四分變成就是十位的時候應該走的位置先好加速去跑，意思就是好像剛才我們提過剛才崔永梅有個走位根本他是沒有機會殺的，他都要做掩護，其實他是交差這樣走位法，這個就是郎平看到這個錯誤就告訴他們。好了，看看比賽了，11-10了，莫沙單手勾過來的時候角度不對，這個角度很難勾的，應該橫勾手撞過來變成人撞下去，個手踭落地會挫親的痛的。10-11 OK， 快攻掩中間一個 2.5， 這個屬於一個就是跟進式的夾式戰術，不行了，都是孫悦出來的。哇，中隊現在連輸很多分啊。是啊，11平手的了，這個位失很多分啊。實際上呢個位置中國隊是很弱的，因為何其在前面，好彩過了這個關口先，前面得分賴亞文一號拍住孫悦在四號位，賴亞文又很少打的，除了剛才一段他打得多，變成現在又好一點，應該吳詠梅上了前排，五號找到雲尼拖過來，莫沙轉直線捉手出界，這個時候呢見到這個老將就說橫雅芝了，他是大家姐來的，他說什麼大家都要聽，因為始終他在球隊呢最有分，其實我說他呢就開波不是很威力，只不過怕莫沙開失而已，給莫沙休息一下，捉手出界，因為莫沙呢他那些扣球式開波有時會開失，寧願找一個海利亞穩穩陣陣，那邊信號響起鏡頭又捉不到，會不會又是莫沙又出回來呢？應該是的吧，看一看先，是啊，出回來了，莫沙已經很快出回來了，在後排攬著毛巾尾那個巴西隊 OK， 後托貝菲有了，這個貝菲幅度很遠的，是要有吳詠梅這麼高的身形才追到的，那球比較高幅度比較大的時候扣下去威力比較好，同埋打呢波嗰只左腳要好有力先掗得起個人。好啦，13-11啦，係嘛？唉，刺激啦！咁啊，中國隊咧頭先啊過咗最弱嗰個位啊，就輸咗五分嗰個位，就係賴亞文拍住孫悦喺前排嘅時候。但係我哋又唔係話嗰個位一定失分嘅，只不過頭先睇到佢係失分。又黃牌。講回現在的黃牌就很輕微，如果同一個球員接兩張黃牌在同一局才是罰一分或者是輸罰球權，但明年可能有新例就是說那個黃牌是計到整場比賽的累積下去的。好了，比賽先了，後托莫沙鬥得靚，孫悦浪起個球有力，吳詠梅虛擊壓下去，哇，找到雲尼救起個球，替亞斯看看斯蒂波站起曬啊！俾中國隊過嚟李炎大車先，哎又俾雪環亞爾報到位，後托莫沙又係啊，救得靚呢次賴亞文啊，一個側滾翻夠起，望望先，揾到雲尼喺前排，一個邊一二後背飛太矮喎，哎呀吳詠梅你太慢啦，死火啦，睇下先，好球，哇我好驚啊呢球。
球波根本冇快攻啊！呢球，琴日呢波短咗嘅時候李艷咧打呢波好精啊！哇，頭先吳明梅兜個位咧，其實係慢咗啊，根本做唔到個快攻掩護啊！咩啦嘛？係咯，一分咧，中國就可以奪得澳門廿個冠軍啦！有機會，好位，有機會啦！周正、李艷埋網扣失，難到，哇，好攰啊！李艷喺佢殺完之後，碌咗喺度啊！嗱，佢呢咁嘅動作咧，就係嗰個大腿肌肉更加攰，所以起身嘅時候用兩個手撳住個左邊膝頭哥，小動作嚟噶呢啲。11-14，背飛，哇，呃曬喎，冇人跳嘅。係啊，因為蒂亞斯嗰個十二好頓嗰個咧，以為過嚟幫中間攔網，點知道吳詠梅突然間走咗後邊嘅。但仲有一樣嘢，如果你真係有腦去打波啊，都知道吳詠梅係打呢啲波。背飛啊嘛，係咯，14-11。夠起俾翻啦，後排進攻，落沙，何其夠起，誒崔詠梅修正，嗌車先，誒第二裁判彈弓手，第二裁判咧就話個波係捉手出界，一見到有人話勾咧就收手，但係實際係點咧？即係嗰個波係出界定係捉手出界咧？而家判咗就是出界啦，11-14，夠起靚波揾到雲尼，啊唔係啊康尼嚟㗎呢個五號。唉，呢段時間如果剛才第二裁判肯定啲，話個手型是捉手出界，不要彈弓手，中國已經贏了啦。12-14，一個背飛攔到，撈網出嚟，睇到路啦，睇到路啊，李艷，好啊，李艷打得好，出手，佢咁嘅情況之下仲夠膽咁放去出手，呢樣嘢難能可貴。不過而家中國隊咧，前排兩個球員都好攰啊，一個三號嘅崔詠梅啊，仲有就係仲有二號嘅李艷啊，從嗰啲小動作睇到佢係好攰啊。雙快遊動戰術過到去，唉，搞掂啦！好嘢，崔詠梅呢個波咧嚇，好大好快咁樣咧，將個波撥咗過去。哇！呢個波咧，結果驚濤海浪之下咧，中國隊仲係贏咗啦嚇。係，唔係總成績嚟講咧，就3-1。咁啊，擊敗咗呢個世界頂級球隊嘅巴西，咁啊獲得澳門站嘅冠軍，我都算係慰勉澳門站成功。咁呢次咧唔使同人哋計得失夠局數啦，唔使咯。啊，佢呢次已經係第二次嘅分站冠軍嚟㗎啦。因為第一站喺日本嘅仙台咧，係啊，佢又同中國係古巴、俄羅斯三隊咧循環贏啊，要計到佢嗰個得失局嘅比例，先至發覺中國係好啲，因為佢贏古巴3-0嗰次。分數就一樣，係啦，就局數咧就三對精彩啊！形容咧真係頂級嘅水平嚇，因為即係好似阿武官所講咧，中國隊咧喺呢兩年嚟咧，即係頭先嗰場波喺各方面嘅表現咧，的確係表現得冇得頂。其實巴西都打得好嗱，頭先我哋先睇咧第四局裏邊咧，中國隊咧能夠險勝呢個巴西第四局咁啊，嗰啲統計數字咧係點樣先？嗱，我哋扣球方面發覺中國隊咧就係有28次直接扣殺係成功嘅，咁巴西得22次咯，咁中國喺呢方面咧就係好啲嘅。咁就係贏就贏呢度咯，其他差唔多啦嘛。係啦，嗱籃網3-4，咁啊發球1-1，咁啊對手失誤，大家都8個。係。咁有兩樣嘢相同，有一樣嘢係爭一次嘅，咁啊其他嗰度就係嗰度贏咯。係。咁變成咧，我哋發覺中國隊咧喺今場波嚟講咧，阿吳錦馳都提過啦，要勤力去補救啊。咁啊，除咗勤力之外咧，頭先睇翻個數字咧，中國隊喺扣殺方面咧個成功率咧絕對唔低於咧就係巴西嘅。咁呢一點咧就令我哋覺得即係好開心啦，唔好淨係成日話防守啊，咁進攻都要好過對手先得㗎。咁啊，中國隊今場贏啦。咁啊，吳錦馳，你覺得有咩睇法？贏喺邊一度咧？嗱，頭先我講過啦，如果中國隊嘅時候咧，佢哋肯拼命去打嘅時候咧，咁攔網度做到啦，咁咧防守咧嗰度咧，亦都咧啊集曬呢位啦嚇，起到做個修正波嚟打翻，咁好多時咧往往得手啊，孫悦啊好肯落手打嘅，咁呢方面咧中國隊咧就做得好好啦。係，咁啊中國隊咧就誒喺扣殺方面又好啦，咁啊防守方面又好啦，咁但係其實兩隊整體嚟講，我都係好讚賞佢哋嘅。武興，咁你嘅睇法點樣？我嘅睇法咧，因為開波之前咧，我就話中國隊我都擔心佢嘅，攰啊，攰係。咁啊，同埋一樣嘢咧，喺巴西隊波真真正係好，但一打落嚟咧，巴西呢隊波咧，俾我所睇到咧，最大嘅原因就係話咧，每一局開始咧都輸4-5分先嘅，最低限都輸4-5分先。咁即係話咧，同人哋打麻雀，第一鋪已經輸咗雙辣俾人哋先啦，你後屘追嘅時候，你都有排追啦嘛，係咪？仲有就係譬如第三局咧，佢開局嘅時間，巴西咧就竟然係輸8-0。係咯，咁即係你咁樣嘅情況之下，你點打啫？
未打已經讓半臂啦，輸咗一半先啦，咁你點打？追好難追喎。所以我覺得兩樣嘢，一係咧就巴西隊波咧，一開始嘅時候大家球員咧個信心仲未好集中，同埋咧比賽狀態仲未係好集中，咁好似失一分失一分。先前失分係唔緊要，但係你失地太多，你追就難追噶啦嘛。我情願一樣嘢咧就話。之前我就話巴西會贏啊，但我情願掉眼鏡噶。不過掉眼鏡冇問題，中國贏波得啦嘛。我又有另外一個睇法喎，同你都係冇矛盾嘅。但我就覺得咧，其實係中國隊咧，可能個開局打得好啊。即係以往都係成日開局打得唔好咧，就算郎平嘅時代都係咁噶，喺後邊一路追上嚟話佢後勁好啊。但我覺得呢一場咧對巴西咧，中國隊嘅開局係好，咁啊變咗咧又攔網又有啦，救波又有啦，各方面都表現得好，咁啊變成係領先咁多啊開局。仲有一樣嘢覺得就係話咧，喺澳門舉行咧就好緊要。澳門嚟講咧，就唔多唔少咧，中國人咧都係多啲。係啊，大家睇啲擁躉咧，知道啊，係嘛？全場又鑼鼓聲，又叮叮查查咁樣。但仲有一樣嘢，就打波球員咧就好怪嘅。嗰啲球員越有觀眾越支持佢嘅話咧，越打到出嚟拼勁啊！唔夠啊，都行埋半步去追，加翻半步都追埋佢，咁樣咪追到咯。的確，現場氣氛咧幫助個球賽咧就好大，所以睇波咧一定要直播先好睇嘅。嗱，一陣翻嚟咧，我哋睇下現場咧頒獎嘅情況，咁啊從中咧再同大家研究我嘅比賽啊，等陣見啦。嗱咁啊，頭先咧我哋都講過中國能夠贏到巴西嘅一啲關鍵性嘅嘢啦，係嘛？咁啊，吳錦慈，你講得好少喎，講多一點中國隊或者巴西隊對巴西隊咧，你有咩睇法咧？嗱，巴西隊今日咧佢哋啊做好多個進攻啦。都是會俾幾個球員嘅，例如咧十二號嘅保斯加啦嚇，咁啊平時佢打波嘅時候咧比較少嘅嚇，同埋莫沙咧今日打波咧個水準咧好似唔係好夠喎，咁所以咧嗰個進攻能力咧就比較弱少少啦。哦，嗱講翻咧就今年嘅世界女排大獎賽呢個賽制就係咧四個星期嘅初賽啊，咁而家第三個星期，咁啊成績最好嘅三支球隊加埋中國隊咧就會喺今個月尾咧去到上海咧打總決賽嘅。咁下個星期咧，亦都係打呢個初賽嘅。咁分別咧喺兩個地方，咁一個咧就係喺香港啦。咁另外咧，仲有一站就喺台北嘅。咁到陣時咧，我哋就會喺嚟緊嘅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嘅晚上咧，就係會有呢個香港站嘅精華片段嘅。咁而至於啊，就喺呢個9月21日嘅星期六咧，犀利啦。咁當日咧，我哋會直播香港站嘅冠軍爭奪戰啊！即係由呢個下晝1點咧就開始嘅，咁另外咧就喺9月22日星期日啊咁就會直播喺台北站，到時睇到古巴同埋巴西呢兩隊波咧嗰個表現咧會係直播俾大家睇㗎，咁好啦，咁講完我哋轉。